就是有几个未婚的，可能以前恋爱有受过伤，现在就选择。是，不用讲得这么难听。我会喜欢一个人这种感觉，喜欢单孤独的感觉。很好啊，你说可能说人家说，哎，你可能没结婚，可能晚年没有伴，但你结婚不一定活得到晚年。所以一直有单身找伴，单身找伴这种矛盾的状况，压力太大，所以他会提早走。那如果像小钟这种从满月开始就单身，真的，如果他这种话，他应该会长命百岁。因为你讲到重点了，孤单是被选择，孤独是自己选择的。还是你是看身边可能失败的例子太多，你不想失败例子真的太多了。因为我妈每次跟我讲说，我说妈，你看那个不是也是这样，那个也不是这样，然后我妈就会说。啊，你家跳你袂当经济较好诶吗？我讲妈，无你就是讲伊就戆诶吗？对啊，那你没办法。对啊，你看小珍敢会戆？对吧？今晚开战吧！哎，小珍啊，你知道我吃水饺一次都吃几颗吗？水饺你吃几颗？吃几粒你知道吗？几粒？五粒。为什么五粒？有你我才袂孤单，有你的陪伴，我才有苦涩。所以啊，观众朋友，你觉得一个人是好自由，还是好边缘呢？还是像他也笑起？我笑起，哎，努力。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首先欢迎享受独处时光的艺人代表。你好。我这边是窥探内心世界的专家代表，欢迎。是不是随着现代人越来越晚婚，甚至有些人可能不婚哦，就是他想说单身一辈子啊，我干嘛要跟另外一个人这样肉死？我有一阵子真的是我好喜欢享受那种感觉。不是你享受孤独快乐是因为你有经历过婚姻，但是有一些人是他可能没有经历过婚姻，他就选择单身啊，他就是独身一辈子啊。是哦，对啊，所以我们今天那边的那对不对，就是有几个未婚的，可能以前恋爱有受过伤，现在就选择。是哦，不用讲得这么难听。我有一次在河滨公园骑脚踏车，骑一骑我就看一个人那种骑着那种电动的那种啊，对对对，电动滑板车，滑板车，然后呢，骑车我们会带我，带你知道吗？我说小钟，他还过了又还，我跟他，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没有看清楚是大牛哥，是，我会喜欢一个人这种感觉，喜欢单孤独的感觉，很好啊。你说可能说人家说，哎，你可能没结婚，可能晚年没有伴，但你结婚不一定活得到晚年。有道理，真的啊，一个人多爽多开心，我想滑到哪里就滑到哪里，他还要骑回家吃饭。结婚没有办法活到晚年，是因为。被另外一半气死，真的，又好的，你每天回到家你就想要往外跑。但是现在人就算是已婚，或是他正在就是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他都是希望，也不一定是真的单身呐，就他还是希望有自己独处的时间。所以要问问大家，你们觉得享受一个人的生活，反而比较快活？赞同赞同，超快活啊！专家们一致认为，我觉得你们是那个嘴巴这样讲，对啊，明明一个人就身体明明就很喜欢，对啊。孤独的人如果依照2019美国的统计，他平均孤独的人比结婚有配偶的人短命7岁到17岁。那美国的调查是大概将近这个20000多的一个普查哦，他认为说他的为什么孤独人会比较早走。因为可能是前面有伴，可跟这个伴有吵架，他后面又回到单身，可单身他找伴的时候又跟下一个伴吵架，所以一直有单身找伴、单身找伴这种矛盾的状况，压力太大，所以他会提早走。那如果像小钟这种从满月开始就单身，真的，如果他这种话，他应该会长命百岁。因为你讲到重点了，孤单是被选择，孤独是自己选择的，孤独不等于孤单，是孤单不等于孤僻。我们最怕进入到孤僻，如果你享受孤单，有寂寞可以能
耐得住，那人生还是快乐的。对，啊，如果不行的话，到孤僻就会很早就走了。对，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是孤独症患者，孤独症患者，对啊，所以就要问一下网络调查。情报站大调查节目与网络各大社团合作问卷调查，让所有粉丝观众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由情报站特派员希杰为众多网友发声，说出你们的心底话哦。根据内政统计呢，2019年的台湾一人户是达到了295万户，是占全台这个家户数的33.44%哦。那其中呢，20到35岁的这个未婚族群呢，是高达了367.5万人。那单身经济在台湾一年的规模呢，超过新台币5000亿元哦。那包括了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消费型的一人家电啊，或者是一人餐厅等等。那小心哦，因为你在享受这个一人生活的同时呢，也许你就患了这个孤独症咯。所以根据趋势民调大数据，我们讨论整理出来的到底有哪一些孤独症的行为呢？来看看你有没有上榜。第五名呢，就是不喜欢跟不认识的人相处，有18万的网络讨论声量。再来看到第四名哦，就是你害怕在他人面前出糗，有19万的网络讨论声量哦。有吗？有吗？你们有中吗？有，我有，我有。我不喜欢跟不认识的人相处。我也是。对，吃什么饭最累？就是应酬饭啊。对，不熟的讲什么？还要跟他敬酒或干嘛的？你是觉得哇，烦的。我跟你讲，我以前还这样。比如说前一天认识的人，他就比如哎老丁威啊，然后就硬给留给他。然后第二天，比如说我们就回就在家里睡觉，2、3点哎，电话就打来。哎老总，你好，你想我就知道啊，那下面哦是像啊，就当地面娘嘞，我今晚在唱你的歌，来啦，我得困了呢，啊就来啦，你打，你别打，打他没意思完了，我们就好了，这电话挂了，这样也蛮好了，我就去了，我就去了。还有甚至会有那个也不大熟的，他去酒店，然后他说他打给我，他说因为他坐他台那个酒店小姐很喜欢我，叫我跟酒店小姐聊天啊，要嘛也叫你去嘛，对，这种感觉真的就我看就是这样，害怕被用放大镜检视我的才艺。我跟你讲，就像刚才那个大牛哥说的，不是很熟的朋友，然后找我们去唱歌。对，其实我们现在也不大想去。他用毛起来点我们的歌，然后一唱就知道你是用咪的。叫出墙。我们修比杜华还有红的一些歌，对。然后那个又是我们的歌迷，或是什么，他就拼命点歌给我们唱。没有想到你一个人唱不适合。其实少了和声，我的声音是不能听的。哇，怎么那么难听？咔咔咔！但是又是希望我们去炒气氛，叫我们唱一些嗨歌，或干嘛的。其实我们很累。那我去 KTV， 我只是想要放松，就是吃个五粒水饺。我加杯果多，五粒加杯果多，我就觉得够了。这个跟孤独应该没关嘛，这真的是跟正常都会这样想啊。真的，我们孤独到现在朋友，譬如说他去吃好的餐厅，他会叫我去吃。嗯，比方说你不要在家嘛，一个人在家也心干，自己喝酒看电视，出来吃饭。嗯，你可以顺便带一些魔术道具去吗？他是叫我过去变魔术，然后给大家看，感觉上很像工作。对，那我宁愿一个人在家，我可以放轻松干嘛的。有一次他也找我去了，我说我忘了带魔术道具，他说你吃一次，赶快先走吧。你太没礼貌了吧？对啊，就是把我变成是一个那个工具，利用的工具。就算你朋友没有叫你做这件事情，但是你到了不熟的场合，你自然而然就会为了炒热气氛，对，要做这样的事情，对，就会吗？就会变得说，你会觉得希望让大家也开心，卖力民助的，对，我们的使命，我们是艺人，对，那变成说我们常常会希望旁边人可以很开心，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坐在那边就安静吃嘛，说。怎么了？怎么你不开心？对啊，不开心啊？对，没有，我只想安静值班。就像是我今天被拍到说我去试化妆品柜，专柜，然后难道你要心花怒放？难道我要嘻嘻哈哈的吗？谁会化妆还这样？嘿嘿，好用啊 ！Oh my god！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的
就是这样子的内容啊，孤单指数很高吗？五分是满分吗？我们是零分到五分，所以小多哥这个叫病态工作孤独症。那简单讲，他照道理他平常工作应该是很有这个节奏的嘛，他愿意投入，可他不希望下班之后还在过时操劳。对，所以这个孤独不是他自己要造成的，是他因为叫病态孤独。他怕自己过度操劳，明明他歌声很好听，对不对？他变得魔术很好看，对不对？可是他不愿意再重复第二次给所谓的陌生人或者刚刚入认识的好朋友。生活这样调剂很好，就是你工作跟生活可以分得开啊，我是觉得是很好，所以我没有给到满分。但是坏处就是可能也是像李医师讲的，在工作上，因为艺人嘛，本来就是要有才艺，不管你的才艺是越多还是越深都很好，是要带来欢笑给大家，对对对。但是当然就是前提自己要开心的状况之下，但我给四分原因是因为，如果您因为害怕大家用放大镜检视你的才艺，其实你可能就失去很多练习的机会。哦，我已经不需要练习，没有人要看，十几年还在练习，练子花这需要练习。来哦，来哦，这个练习在我担心，都说在我的手可以变不见我这牌子哦。哎呀，这需要练习吗？需要点牌子，需要点牌子。因为艺人的使命就是不过对，不过因为通常大人在大家各位美女小时候就说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就怕被绑架，所以我这边有个案例也是类似这种，对自己要求很高，她是个校园的大美女，然后身材高挑啦，好，各方面都很棒，然后内容很棒。那可是呢，他就患了刚刚我们讲叫病态工作孤独症。为什么？因为他去工作的时候，他爸爸就告诉他不要这个跟男生太接近，怕男生会有误会，以为说我们女生要倒追他，所以他到工作场合上去是，他就不敢跟男生求助他工作不熟悉的地方。那照道理他也跟女生求助嘛，那各位知道在座四大美女都知道嘛，太美会有个副作用，就是其他人不太理你，甚至他因为是新人要安排所谓员工旅游，没人要跟他同一间房间，最后呢逼不得已只好这个先暂时这个叫做生病，然后找我看门诊，然后去做解决的方案。个人觉得呢，小钟哥是因为工作大家去都要找他娱乐，我个人就是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很懒，我很懒，因为我觉得呢跟不认识的人出去的时候，你就要你约出去的时候你要打扮，但是平常回家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真的很像也是平凡人呢，对，我们就是想要就是素颜啊什么都不要弄，可是一旦有跟不熟人出去的时候，你就要花心思打扮。而且我跟你讲，跟不熟人出去很麻烦，就是说你真的如果今天打算要放松坐在那不讲话，大家就会说你看你怎么了，潘慧茹够多白，对，而且一直臭脸，那以为自己明星了不起。 对，我曾经有一次就是为了拒绝我的朋友邀约，然后跟他说话。可是这朋友是你很熟的吗？约我的朋友很熟，可是呢他不是只有约我，他还有约很多人，那他其他的朋友不见得是圈内的，可能也有圈外的。但他其实那一次约我，其实是早在一个月前就约了某一天，说哎，我们大家很久没聚了，那出来我就说哦，好。然后那一天到的时候，其实我那天是没有要拍戏的，可是因为前几天都在拍戏，我觉得好累哦，我就很想要那一天好好的在家休息。所以我知道他那天有跟我约，但我就又很不想去，然后所以我就又问他说，那到底有谁？然后他就跟我讲，我本来想说可能大概五六个，就一拖可能有二十几个，然后有一半以上我都不认识，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不要吗？对，所以我呢就问，我就跟他讲说，可是我明天可能不能去了。前一天我就跟他讲，可我明天不能去，因为突然临时有通告要拍戏，对，善意的谎言。然后也是圈内人，他说那没关系啊，你几点收工？我就说我不知道，但是有夜戏，但你也知道我们拍戏嘛，他说那没关系嘛，那等你拍完就过来。如果那个聚会里面有金城武。又有邱泽，可是我跟你讲，他如果约六点的话，我五点半就来。可是我跟你讲，越是这样有约这样的人，我越不想去，因为我会不知道我应该要穿什么。你打给我们吗？就是太注重了，你懂吗？穿得太隆重也不是，然后穿得太随便也不是。因为你身材好，你怎么穿？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哦，好烦哦，然后我就不想去，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好，我又回到正题，我就跟他讲说啊，我可能不能，然后他就说啊，没关系啊，那如果你那个结束再来，我实在说。
好好好这样子。结果后来那天我真的就没有去，后来到了晚上10点他就打给我，他说拍完了没？对，他不是说拍完，他说你不是说你今天拍戏吗？我说对啊，我现在还没收工。你少来啦，你们今天剧组根本就放假，你为什么停在拍戏？他怎么知道？我说没有啊。他说因为呢他有约了朋友的另外朋友带另外一个朋友是我们剧组的。我跟你讲，因为我以前也会这样，对，我后来发现跟就是圈内的啊太容易飙扛了。后来我就有跟我朋友讲说，我不是因为我不跟你约，是因为你本来可能从5-6个后来越变越多，这么多人我真的没办法。我说你也很了解我，我不太喜欢应酬，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要说什么这样，然后我就会很尴尬。所以我就是常常会因为自己觉得很懒很累，然后很不知道要穿什么出去要怎么打扮。好的，孤独指数10分。高，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的慧如她是那个双鱼座，其实我觉得你有一种那公主病的形象。我在这个场合里面，如果是说我是唯一重要的人的话，那么我会去；如果有其他跟我一样漂亮美丽的公主的话，有威胁，不想有威胁。对，她觉得说这样的一个这个场合里面，反而造成我更累，因为我觉得慧如她喜欢这个被吹捧或者是被捧在心里面的感觉。没有，我是因为其他场合有很帅的男生，我更不想，因为我不知道要穿什么。打扮啊，你就随便穿，就喜欢你的就会喜欢。对，而且你天生丽质，你还怕什么？真的，对，真的。那是我想，阿洛就要稍微打扮一下啊，不是？也是会很困扰，每次出去要穿什么，然后怎么办？要化什么妆，我也是觉得很麻烦。因为有时候听说长期习惯孤独人会造成社交障碍吗？对，我以前有一个个案，他是名牌大学毕业，能力很好，有到一个大公司，可是呢他公司的主管对他非常严厉。举例来说，他就是会议的时候他讲一个方案，然后那个主管就会直接说，请你不要浪费我们大家的时间。对，然后他打击就很大，那对他造成的影响就是他开始，比如说午休的时候他就不跟同事一起出去吃饭，因为他觉得怕人家会问他，刚才主管这样讲你有没有怎样，他就开始慢慢一个人上下班，对，然后不跟人家去 social 这样子。后来他严重到就是说他坐电梯他不能跟其他人一起坐，他只要想到别人怎么想他，他就非常的恐怖。这个请问一下，有药可以医吗？应该效果不大，我们临床上比较多就是治标就好了。例如说你跟人家恐惧，你会有生理的症状嘛，例如说会心悸，会冒冷汗，那其实有一些放松的技巧就可以帮助你减低这种症状，例如说透过呼吸或透过那个肌肉放松法，冥想，对冥想，因为你身体放松了，你的心理你的脑袋就放松，就正常。我以前就曾经有一次刚出道还是新人的时候就被邀请去那种试片会，那现场其实有邀请很多长辈，那你可能会有些长辈是你觉得你好像看过他演戏，可是一时之间是不是叫不出来，对，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的时候，你就会不敢讲话，因为你会想说，他会以为你在跟他攀关系啊，或者是没事情打什么招呼啊，你谁啊？所以我那时候都不敢，我就是这样子一个人就躲在一个角落等经纪人，然后等着经纪人来的时候，他就带我去跟大家打招呼。可是打着打着，就有一个长辈就说，我刚好看到他，他有点没有礼貌，就是一来就臭脸，然后没有跟长辈打招呼，然后他还说，你不要觉得我就是多嘴，我是为了你好，这样真的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其实我那时候心里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哈，会不会刚刚其实在场所有的人就是觉得我就是一个没礼貌的人，然后我就真的觉得非常害怕。所以从那次之后，只要是凡这种场合，我第一个一定会先躲厕所，躲到什么时候？经纪人来，经纪人一来，我就会出来，然后躲在旁边，他就一个告诉我，好像有个靠山，是大牛哥，对，他会告诉我说这是大牛哥，你就说大牛哥好，小钟哥好，那是慧如姐哦，就是要怎么称呼？那我有一次就出这个球，就是有一个姐姐走过来说，小郑好久不见啊，然后我就说对啊，以柔妈妈好久不见哦，我认成柯以柔的妈，然后他就说我是伟忠哥的姐姐。上
班，我是坐在那个大门口外面，然后有次也是一个人拉了一个行李袋，你是警卫是不是？就是我是有点帮大家收包裹，然后做杂物的那种，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戴帽子，然后拉行李要进来，然后一进来就往就里面走，我就说，哎，不好意思，你收快递吗？给我就好了，我签收。然后他就这样子，我是你老板。我觉得我超久的，然后我就这样子啊，不好意思，好了，那你出差回来了，他们刚坐下来，我真糗到爆炸哎。后来还有通告吗？没有。那你也是会躲，像刚刚慧茹讲这样，你会躲朋友的局？我会躲，我就喜欢说我有工作，你知道我又是爱po限动的人啊。你这样又把自己的行踪露出来了。然后我有次就是已经跟人家讲说我有工作，就我忘记我那天跟人家有约，我还在那边po限动说，哎，那个某个韩剧超好看这样子。然后立刻朋友就打电话来骂，然后就会说你不是说你工作吗？怎么在看韩剧？你说那好几天前看的。对啊，都这样子啊。没有，我说啊，你也知道我们工作随时都被人家 can 啦，我说不晓得，就今天突然被那个 can 通告了，哦，在家很郁闷哎，然后可是内心就想说，不要扛，可是我觉得人家都一定知道说，其实你是故意的。阿诺的孤独指数有多少呢？哇，也很高，三分到二哎，对啊，为什么艾菲尔是三？我觉得啦，其实阿诺的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孤独，只是你的社交经验不足。我觉得说你可以在借由这个几次的社交经验里面去学习到如何跟人家相处，再加上你是天蝎座，我觉得你的敏锐的观察力，其实你蛮能够分别说谁是对你是友善的，那么谁可能是对你比较会挑剔，会刺你的。所以呢，我觉得你相对的有几次的经验以后，可以改善你这个现象。我给五分是因为其实阿诺跟慧茹的状况有点像，他们都是会说谎，但是知道工作是一时的，工作会有退休的时候啊，可是你退休之后更需要朋友啊，对，你这样子常常说谎就变得就没有，我们有朋友，我们有朋友，我们留下就是知道我们这样子的朋友，对，就是说朋友圈越来越小。那有哪一些星座是比较喜欢独处习惯了？应该是说习惯自己独处，不喜欢被人家打扰的，要有自我空间。首先我们来看第三名的，如果是说你是这个星座的话，可能有孤僻跟孤单的这个行为哦，是巨蟹座哦，那巨蟹座有上榜哦，哈。是气氛不对就装孤僻或孤单，真的气氛不对，真的吗？你觉得我会这样吗？我不是说你，而是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巨蟹座的朋友是这样，超级明显。哦，不对的时候他就。对，反而就然后他就很孤飘。巨蟹座朋友来讲，他就是一个环境能够造成他的一个安全感是很重要的。他如果进入到一个人群当中，他觉得这个环境是陌生的，或者是里面其中有人是不熟的，他就觉得说，那我干脆就点点。就比如说我们大家在那边好玩嘛，对不对？然后都自己熟人，他就会玩得非常开心，对，很嗨这样。可是此时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约了一个陌生人进来，啊 ，stop。除非这是他的菜，要不然他就说我要回家了。我倒不会到这种情形，因为你的菜很广。什么都吃，有温度的就可以。第二名上榜的呢，孤僻的星座排行榜是牡羊。牡羊座，会呀，牡羊座会的哦。来看一下牡羊座什么原因啊？是独来独往，而且呢会有交友困难的问题哦。但对于牡羊座来讲，他做事情喜欢一个人做决定，比如说一起要去唱歌的话，那朋友可能会说，哎，我今天不行，我们下次好不好？或者是说要去看电影的话，朋友可能觉得说，哎，我们来看喜剧片。那么这个部分呢，会打扰牡羊座在做决定的那个时候，他觉得说，与其要跟朋友讨论。或者是改变我的决定，那还不如我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情，那么更为快速以及直接啊。再来看一下第一名的朋友是双鱼座，他们毛太多，烦。不是，就是我妈是双鱼，她超爱跑出去，然后交朋友，所以我就说大家对双鱼座误会，大家都觉得双鱼座的人都会出去外面交朋友，好像很厉害。没有，双鱼座只交他们想交的。小优也是双鱼座啊，他就好喜欢往外面跑，而且他不出去。他们喜欢的人，他不会跟你在那边夹，他毛很多。对对对，双鱼座朋友是聪明绝顶，但是活在怎么说还是有什么聪明绝顶，活在云端毛很多。我们没有聪明绝顶。
他们总觉得自己高高在上，没有看别人不起这样。会有，而且呢，经常双鱼座的朋友觉得说我比较聪明，我比较优越感，我不想要跟我不是同一个群体的人一起打招呼，所以呢，会让人家觉得说你就是活在象牙塔当中的。不是，你接受通告了，你接受通告了。我告诉你，这三名当中我就上两名，因为我的上身是巨蟹，我的本座是双鱼。拍到你，拍到你。觉得经常不需要朋友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跟我自己对话就够了。慧如加油！哇，自己跳舞，自己抱自己，还蛮适合。而且他还可以，他还可以唱那个《雄心九点》哦，《安丹九点》来。因为我现在不是有在很勤的在运动嘛？对。可是大家都知道，运动的当下是很痛苦的。对。所以每天都在恶魔跟天使交战。对。我今天出门前还会跟自己对话说啊，等一下节目录完要去运动，好累哦，那我不要去了。然后我说啊，不行不行，我不能被我的恶魔，不行，我怎么样就要去？我就后面两分。我也会巨蟹的反应吧？会不会？是不是？我不晓得。可是我也会。巨蟹的反应还是双鱼的反应？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像双鱼的感觉，会自我催眠这样子。对。那你不需要朋友的鼓励，你只要需要我自己跟我自己鼓励自己就可以。可是我也会这样哎，像运动症。我也会，就是说你可以的。这礼拜录连录三天，那我第四天没有工作，要不要去运动？可是你已经连录三天了耶，三天好累哦。但是如果你明天不运动，下礼拜又要连录，你又没时间运动，怎么办呢？体态又没办法保持，对，然后又会被人家写，然后怎么办呢？那你就跟一下去运动好，就这样一直，然后想了一整天，最后就没去了。有，我们聊了一天了，还有，因为我们艺人是目标型人物，对，你有可能。是为了什么事情，然后你就开始要去保持保持好的状态。好啦，所以这个结论就是潘慧如好不必啊，你完了，你真的惨了，在意他人的想法，对，太赞了，这是其中一点。太赞了，还有更严重的有哪一些？孤独患者症有哪些行为呢？来看到第三名，就是他排斥经营社交或者是人际关系，有20多万的这个网络声量。再来第二名呢，我觉得我个人是有一点这个行为，就是在路上遇到认识的人，你会下意识的躲避，我会，或是假装就是不认识，然后赶快就挑东西这样子，对，然后他有大概24万，我是其中一个。像我上上礼拜才发生这个事情，就在我家对面101，我要去超市买东西，然后超市我要经过超市的时候呢，我还没到超市，然后我就听到一个超级熟悉的声音，这个女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女朋友，然后所以我们很常碰面，然后我们在群组上也会聊天，这样就是也是很熟的那一种，很熟啊，对，很熟。然后呢，那一天我就一直远远就听到她的声音了，然后我听到她的声音，我就绕道了。我有点严重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在办公室，然后我会听那个脚步声，或者是高跟鞋的声音，就在走廊上，比如说去茶水间或者是去厕所，我可能听到某个脚步声，我就觉得说啊，那是那个什么什么歌，然后或者是什么什么节，然后我可能就会先。躲一下，然后就是看那个墙壁反射，就他已经确定他已经进电梯了，然后我就这才走过去。你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像那个萧煌奇，对不对？他每次看不到，我每一次碰到他一些活动，我就会主动过去摸他的手，你好，我罗斯峰，罗大哥你好，这样。有一次就在厕所，我要去上厕所，看到他已经在那边上了，对。那我想啊，这厕所就不好打招呼嘛，那我就站在旁边，我就上了，我一尿，他是，罗大哥你有，他怎么那么厉害？哇塞！他听那个声音就是大你踩到他了。他说我尿尿的声音，还有我屁贴的声音，他有听到。他可能就闻气味啊，他那种天生敏感。闻气味啊，这么厉害？你会这样吗？会，因为我跟你讲，我基本上你看，我会避开路上。等一下，我看不到。避开路上需要跟别人聊天的机会。那有一次也是这样，骑脚踏车骑告遇到红灯那边等，突然有个修理车停下来，那个车门一打开，把我勒着脖子弄上去。我说靠，被抢劫。罗志祥，他刚好经过东区要去办事情，他想要闹我。对，我差点吓了一大跳，差点给他一拳，你知道吗？然后我其实还有一次，我之前住在三峡的时候，那时候通告很少，
然后也没事干，那我就是骑脚踏车嘛，在那边晃晃，就好死不死看到玉林哥他们在出外景。哦，我一看到，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自己没工作，还在那边闲晃，然后又很丢脸，然后最主要是骑爸爸，那我前面还有蔡澜的那个，超丢脸，我就转头好像李哪吒踩上风火轮。可是你那时候不会想说没有工作，那干脆就是去露个脸？哦，不会，玉林哥他一定会说不会，不会，那反而会更丢脸，反而更丢脸。那我就赶快就是觉得哇，就是赶快躲回家里，因为我觉得看到人家有工作，然后在那边录影的话，你在那个地方。没有录影的话，那个心里是很难过的，而且回家还要骑上坡，好累的。对，我还一直忘记说，我以为说他们都没看到。他很久隔了好多年之后，玉林哥讲说，哎，有一次你在三峡那个脚踏车，我看到你骑耶。啊，我说那他说你干嘛不过来，这个讲打招呼？没有，说不好意思，没有通告什么。他说哦，那种看你的背影骑得好吃力。他说我说玉林哥，你看我这么凄凉，你为什么不发我通告？他说你就不好笑啊。又中了一枪，很久以前的事，对，很久以前了，对啊，所以印象很深刻。我连就是结婚后，我跟我老公，我在婚前我还要求说，结婚后我也要有一个自己的空间。哦，嗯，我就说，我们住哪都没关系，但是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粉红房间，就属于我自己的房间，这就是我现在的房间，它不是粉红色，但是我就可以一个人躲在里头，比如说我想要追剧啊、按摩啊，然后做任何事情，我可以在里头。啊，老公也不能进来吵你，老公不能进来吵我。那你现在小孩不会进去哦？我现在小孩会敲门，可是我就会说妈妈在忙，就是稍微会希望说还是要有一个自己可以呼吸的时候。可是你知道那时候人家听到的话，他们都会觉得，哎，你这样很孤僻，你这样婚前就算了，你婚前一个人宅就算了，你现在婚后你还要一个人宅在房间里头，你结婚干嘛？这是你舒服的方式，干嘛管人家怎么说？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不错，而且我那时候我老公不是每两三个月才会从美国回来一次，我那伪单身的时候，我还就哇好自由哦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是啊，好舒服，自己有自己的城堡。对，有时候你保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就自己喜欢的一个原地，因为男生也会有想要一个自己的私密的一个空间，一个区域。你也会啊？会，因为就是就算有女朋友，也会有一个那个区域嘛，那个区就你想，那你都在区域干嘛？去藏别的女人，就有些你一些收藏啊，也可以有时候可以拿出来玩。男生有些公仔啊，你会跟他对话，我会玩弄一弄啊，对啊，飞机上拿下来的杯子，对啊，杯子啊也很好用啊，对不对？真的啦，这种因为逃避人群，然后最后变成社交恐惧症，我遇到最严重的个案都是有原因的。我想到是有一个个案，那你想他有这个社交恐惧症，他怎么可能出门来诊所？所以他第一次求诊是他妈妈来，他妈来跟我讲说，我儿子二十几岁退伍，然后到现在十年了，基本上他的房门都没有出过，把自己关在房间十年了，也没有工作。他求我说可不可以出诊去他家，我问他什么话，他都是不是，是这样子，就在门外面，他就在门里面。那他还有跟你回应？对，我已经觉得很棒了，所以说很好，今天你这样算突破，那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我还会再来这样子，那妈妈也很开心。那下礼拜我再来的时候，哦，大概沟通了30分钟，他才愿意打开门。然后他妈妈听到他的房门那个喇叭锁咔嗒一声，他妈妈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哇！他说他十年都没有跟陌生人讲话。我看到了是一个180几公分高的30岁的人，然后体重绝对没有超过60公斤，非常瘦，而且他一进去他房间就有一股很难形容的味道，臭臭的，不是他不整洁，他房间还算整洁。后来发现了是他口腔，他都没有刷牙，对，没有刷牙，他也没洗澡吗？有洗澡，他住套房。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就是十年来都没有出房门？他说原因出在他当兵，他当兵快退伍的时候，我们男生都知道，快退伍老兵的时候都有老兵心态，什么都不用做啊，就等放假等退伍啊。可是他运气很不好，他快退伍的时候连上来了一个新的连长，就很讨厌这种风气，然后就故意整那些老兵，所以他就被整了，然后甚至连长有几次说要把他关紧闭。哇，对，所以他退伍那段期间他本来很开心的，结果变成是180度转变。
后来终于熬到退伍了，他想说啊，可以在家里好好的放松一下子。结果没想到，等到他想就是放松之后，想要出去找工作，又没有人要他，因为他完全没有工作经验，而且人家想说，你都退伍快一年了，然后都没有工作，会不会你有什么问题？就根本不要他，所以他就恶性循环。所以他的这个社交恐惧症是因为他就是被霸凌。其实有时候就想说，我们有时候讲了一句话，做了一件事，会影响别人一辈子。对，真的要小心，要口吐莲花很重要。那还有没有什么比不想社交更孤独的行为？我们来问一下谁。好，我们要来揭晓这个孤独患者行为的第一名啦，那就是你喜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或是一个人出门，有高达86万的网络讨论声量哦。我个人也是喜欢一个人出门逛街，因为就比较轻松啊。国际孤独等级表第一集就一个人去逛夜市，这还好，很正常啊，这很 OK 啊。一个人去吃餐厅也很正常，是一个人去咖啡厅更 OK 啊，多舒服啊！在那边办公哎，多舒服。如果觉得你不 OK， 你就举手了。那我已经三个不 OK 了。你不能一个人去咖啡厅？不可能。那你可以一个人去摸摸茶吗？那个一定要人带，那个要人带。你可以一个人去喝红酒吗？可以，不会，不行，也不会。喝酒一定要有伴啊，对，对啊。那你们可以一个人去看电影？哦，这个我就不行，这个我不可以，一个人看电影我就不行了。Why？ 一个人看电影很 OK 啊。因为看电影从小到大，我们根深蒂固就是旁边一定有伴，不是另外一半呢，就是跟家人、家人、家人、小孩。一个人去看电影，我觉得你们好奇怪，因为你们刚刚的故事听起来是有点很注重别人对你的看法。对啊，跟我有时候我可以跟我很熟的人，但是有时候看电影你会哭，怎么？那你哭的时候你那我在家看就好了，就是朋友很熟没关系，就不要出门啊，等他下片，我在家自己这样子电脑看一下电视，客厅看，对啊，就不用特别。我们已经看到你的未来了，所以他都没有看过新片了，绝对不行，因为一个人一看电影，表示自己没什么身价。我们旁边要有一些侍从啊，为什么？他跟巨西门也一样，为什么他不敢一个人去看？因为旁边要有人。反正你如果看刘德华一个人去看电影，你不觉得很奇怪？不会啊，一个人吃火锅 OK 吧？小夫小夫啊，当然摸摸派热带。有一阵子没见，我觉得没有，我觉得火锅就是要大家吃。对，我也是。那如果要一个人吃，那就叫回家吃就好。对，我很享受一个人一个，然后自己吃，然后自己刷手，就不用跟任何人对话，超舒服的。火锅超级舒服，超级孤僻。可是旁边就有很多陌生人啊，哎，你就觉得不舒服？不会啊，我很自在，我就是自己，然后看小生吃火锅会比较安全嘛，现在 COVID-19 嘛，对对对，我最近还听到一个很有趣的店啊。他是在中部，然后他卖那个饼干，他有4个分店，每个分店只卖一个口味，所以你为了要吃那4个口味，你要跑4个地方，生意超好，因为这个就是无聊商机。有些人觉得，哎，对啊，我上次到这家店吃了这个，但我想吃另外一个，所以让他有事情做，你知道吗？是，所以这个社会真的孤独越来越严重了。嗯，好严重哦。好，再来一个人去 KTV， 这个我不行，没办法，因为真的一个人包厢费很贵。第6集，一个人去看海，这也太可怕了吧！我也没办法，一个人去看海，可以吧？跳海可以的，跳海，一个人去跳海可以的。你比如说像我们骑重机或者骑脚踏车，你会骑到海边，然后很舒服，很舒服。而且你要这个海的颜色。这是今天是什么颜色？要问哪个艺人？要写信告诉我。写信，因为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有你我才袂孤单。OK， 所以看海，你们居然可以一个人会觉得去看海，对着海大叫，没人可以理我。但是不要讲笑话哦，会引起海啸。一个人去游乐园，没办法。这游乐园基本上，游乐园就是要大家啊。好，你想象一下，一个人自己玩那个旋转木马，不行。一个人去搬家，我觉得我 OK 啊。一个人去做手术，我也没办法。哦，这真的不行了，真的不行。这有点危险吧？10集这已经是最危险。可以，你可以一个人去做手术。去医院或什么，我觉得我就一个人，其实如果去医院，我那时候生孩子，我那时候还想说，如果老公没空，他可以不用陪我，没关系。那可是你有你妈妈或其他人陪你啊？没有啊，没有没有，我也不让他们来。我觉得怕他们麻烦，因为我不知道说他妈在等多久啊，或干嘛。我觉得最孤独的人真的是他。好了，就有自己一个人就住在急诊室住2天呐、啊。然后就是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是一直上吐下泻，不知道为什么，就我就一偷偷躲在厕所里头，就是一直很不舒服，然后也出不去。
然后是因为我妈妈半夜的时候她要上厕所，一开门就叫，你怎么坐在马桶上？然后看到一个人脸色很惨白，然后是这样子，就坐在马桶上，然后抱着那个洗手台，吐，然后他就说这样很不 OK 哎，喝太多，我不是，我好像吃坏海鲜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然后我就说我没事，我妈就说一定要去急诊，就因为我动不了，所以我是被他们送去急诊没错，可是我就叫他们马上要回家，因为我妈妈是专业保姆。然后我就觉得你们不能跟我待在医院，因为如果医院有病毒什么的话，你们对不起其他的父母这样，所以我就不让我爸妈来陪我，我就说我一个人。你真的是专业孤独户哎。然后重点是因为我那隔天有工作，可是我根本起不来，然后医生我就是拜托医生打什么点滴什么，我就是下不了床，然后我就只好说哦，跟公司讲，所以变成公司就知道我住院。然后公司那时候还想说你爸妈不能去，要不要公司派人来？我就说不要，我就不告诉他们我在哪一个医院。哎，要是我小孩这样，我会气死。真的，最好也不让都有医疗纠纷。因为我们医师也怕说一个人来手术，万一是其他状况来不及通知，或者手术前接说明没有旁边人都有佐证，这样对啊，我就觉得为自己健康讲好，最好是两个人去开刀。比如说他很严重，想要帮他开刀，但是他没有，他同意啊，对，要有人签了。真的要是我小孩这样，我会非常生气。这是不行的啦，这太危险了啦。一个人出门购物哦，多棒，是不是很好？你今天突然就想去购物，然后你只是想要去买东西，但你也不知道买什么东西，你就去逛，然后你看到想买就买，对，也不用去管别人。那你跟朋友，你可能还要约时间。什么时候，然后如果你去试衣服，你还要想说啊，你朋友在那边等你，然后就很麻烦，尤其是男朋友，对，你走个几家店他就不耐烦了。 对，所以有时候像出国的时候，大家不是说啊，我们一起去逛 mall 啊什么的，然后好去，我就会说哎，那我们约时间再几点的时候再回来这个地方，对，那个压力很大，然后你也会没办法，你在那边逛他在那边等，那对啊。然后比如说我最常做的就是我会把一整天都做自己一个人想做的私事，比如说我会安排早上去做脸，然后下午去修指甲，然后接着做 SPA， 然后接着再去逛街。哎，我觉得很好啊！而且我曾经有疯狂做了一个人做的事情。有一天，因为那一阵子就是工作很累，然后有一天呢，早上起来，然后打开窗帘，觉得哇，今天外面天气好好，真的，这是我做过最疯狂。然后我就觉得哇，今天心情很好。我呢就简单收拾行李就去机场，我就买了一张机票去香港。我也是，我也会这样。对啊，真的，我有做过这样的事，你看多好。我今天想干嘛就出去了，我也不用说，哎，我要问说，哎，那我今天想呢，或者哎还要去安排，没有后顾之忧了。没有，我也是会买一张机票，然后我就飞去伦敦找我同学。哎呦，哇！对。然后我爸在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就说我在伦敦。你在啊？伦敦真的有点。但享受一个人生活，我觉得是好事啊。可是有时候感到孤独的时候就要小心，是，对，就不要生理心理都受到影响就好。你想成为下列哪一只猫？哎，完蛋了，我跟慧如一样，大家都一样，哎，都一样，哎，一样，哎，怎么样？三，椅子上牛哥也，没有人，那牛哥也是啊，一耶，对。好的，那先从三一应该是很恐怖。先从四开始。好，我们先来看观众朋友以及我们的来宾啊，是本性孤单，不善交际，孤独指数是80分，高分，高分指数已经有其中一个出去了。那我们现场的每一个人都还好啊。那么它代表是说，在这个图片当中，那么这一只猫呢，在这个头顶上面，代表说你会成为孤单的原因，是因为你个性上面比较孤僻，比较高高在上，不善于跟人家交际跟应酬，比较视别人于这个跟你这个不同类，所以呢，你的这种孤单的原因是来自于你的本性。好，第三，我们看一下三哦，来肩膀上的猫，你孤独指数有多高哦？其实呢，代表说你孤独指数是50分，还好啊。单身的时候，你的这个孤独指数是强烈的，但是一旦进入到婚姻或进入到爱情当中，你的这个孤独感可以消失。那么进入到婚姻跟感情当中，你又希望他可以成为你的心灵伴侣，所以整体来讲呢，你的孤独的部分并不会这么强烈。只要有一个心爱的感情的陪伴对象的话，就可以消除你的这个孤独感。好的，还不错。再来二，好，我们看看二怀中的猫，这个孤独指数有多高啊？是30分，还好。整体来讲，它代表是说你在亲情缺失的时候会感到孤独，或者是说家庭有一些疏离的感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但是这些现象其实是可以被
解决的，可以被这个去获得缓解的。只要家人团聚或只要这个亲人回来的时候，那么你这种孤独感就可以消失了。所以整体来讲呢，这个孤独的部分不高。那第一最多人选，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的椅子上的猫啊，指数职场有点被边缘化，要小心。是100分啊！这个图片当中，其实只有这一只猫啊，与其他的这个主画面是隔离的，所以以这个来讲，代表说你会在职场当中最怕被人家边缘化，也怕被人家被认为说是你是隐形人。我们以这个小钟做例子来讲，小钟不断的想要变魔术跟想要讲冷笑话，其实就是要化解这个被边缘化的现象。哦，所以呢，大家可以反向思考，你是不是有这个现象呢？你选择什么样的这个生活模式方式，只要自己快乐就好了。是啊，但是我真的绝对赞成，你要先学会跟自己相处，你要很了解自己，这是首要的条件。那今天讨论的内容，不知道你喜欢吗？欢迎上我们的粉丝专页来留言喽！今天谢谢各位，谢谢。今晚开战吧！哎，小珍啊，你知道吗？台湾去年的结婚率下降到不到13万对，堪称10年来最低的一次。怎么了？怎么了吗？单身怎么了吗？单身错了吗？不是，单身怎么样呢？你单身，你全家都单身。对，不要生气啦，生什么气？那怎么样？不是，我是想跟你讲说，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女儿已经30好几了，那就一直不找一个对象，那他们家人当然就会急啊，就一直催他，然后就帮他安排那个相亲的对象啊。哦，那结果有成功吗？算是成功了一半。哪有这个一半呢？不是成功就成功，没有成功就没有成功到一半。哎，我也这样问他，为什么叫成功了一半？哎呀，他说，女方去了，但是男方没有去，成功一半。观众朋友，你说我的工作容易吗？女生到了一个年纪，到底是应该要当一个单身贵族比较快乐呢，还是说干脆就找个人给她嫁了，比较一劳永逸呢？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首先欢迎大龄单身代表。我真的是大大龄的，新人士代表。还有今天的专家爱丽丝，哎呀，漂亮的爱丽丝哈。也是很常有人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但真的是这样吗？有时候遇到不对的人，你会很渴望回到一个人，对不对？不是啊，有时候你这个生理、心理，对不对？你也都是要有人这个陪伴、安慰啊。哦，心里当然是可以找朋友啊，闺蜜，女生的朋友闺蜜聊聊天。我对闺蜜这个字眼很敏感啊，对，哪壶不开提哪壶。但是比如说生理的话，其实有些东西是可以帮助的，他们也永远不会背叛我们哦。还会摇头的那种。所以你说我女生需要另外一半吗？根本不需要啊，你就是我们成功人那个路上的绊脚石。但是呢，也有很多网友就发问啦，就说身边很多女生。天哪，29岁哈就开始要逼婚了啦！29啊？对呀，就是觉得说自己29岁好急哦，要赶快嫁出去，30岁之后就狂相亲，怕自己会不会到高龄产妇还是一个人这样？哎呀，对啊，你承不承认？你有时候去餐厅看到一个女生吃饭，你心里会不自觉的觉得这女生一定有问题。哦，不过我就过去陪她一起吃。没有。还是很多男生会有歧视，就会觉得一个女生吃饭一定好孤单哦，她一定还没嫁出去，一定有问题，一定怎么样的。那种是男生不会这样三姑六婆吧？哦，会，好不好？真的，你不要帮男生说话，牛哥，这个我觉得你，而且尤其是上了年纪的男生，真的，真的，哎呀，今天上了年纪男生也说他一定有问题，对，在开各个年纪的男生，他们都有不一样的话题，对，是吗？真的，有时候我要问一下大家，你们觉得女生到了适婚年龄啊，还是应该要努力的往结婚的方向走吗？适婚年龄哈，哎呦，爱丽丝是单身嘛？对对对，因为真的就是遇到蛮多绊脚石，是不是？这个大龄单身女哦，有时候会被各方关心呐，然后会有很多关心的话给激怒，嘿，哦，会不会？会。那问一下，
这个情报员，我们细讲。情报站大调查，节目与网络各大社团合作问卷调查，让所有粉丝观众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由情报站特派员希杰为众多网友发声，说出你们的心底话哦。根据内政部的调查呢，2020年25到44岁的人口未婚率是43.2%，其中30到39岁的未婚率呢是高达了45.43%。那今天呢，根据我们今晚开赞榜粉丝团还有女人细细聊聊专区合作民调就整理出来啦，到底有哪一些话呢会激怒大龄的单身女子呢？现在看到后段班的部分哦，包括了不结婚老了谁照顾你。你再不生，你就生不出来了。网友说了，长辈一天到晚都在催婚啊，好像就是你不结婚，你到了老了之后就会终老到死，哇，听起来好像是诅咒一样。另外呢，也有长辈说了，哎呀，你不结婚，你单身一个人在家里面，万一发生什么意外的话，没有人发现该怎么办呢？哎，所以听起来结婚是为了被发现吗？而且讲了好像结婚以后你的另外一半一定会照顾你，也不一定。对，我妈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大概三十岁的时候，刚过30岁的时候。你现在几岁？哦，请问一下。报告各位大家，哎，本人今年芳龄41。哎呦，哎，看不出来，保养很好啊。好，对啊，对啊，谢谢大家，保养的比我们崔姐都还好。啊，是是啊，是啊，是。反正我那时候大概30出头的时候呢，妈�妈其实都还不会问。过了35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每次家人聚会的时候，然后妈妈就是开始关心说，哎，最近该像高翁啊，啊，有哪些就传灯来看麦啊。我说哦，没有。我说妈，其实我没有想要结婚。哦，我不想要结婚这件事情，我妈就生气。她就觉得说你没嫁，那你老的是要怎样？我说我老的一个人。嘛，足好的啊！你若是无给你阿伯，你也足凄惨。哎，可是我跟你讲，妈妈的心态很奇怪哦。像我自己也走过这一招，对不对？虽然我女儿现在13、14岁，你知道她跟我讲说她以后不想结婚的时候，我听了还是很生气的。你知道还是会耶，还是会忍不住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应该要代代的过。这是不是一个传统的思维啊？对不对？怎么会？你这么年轻有这么传统的想法？没有，就会觉得说。不会吧？就是怎么会？我们家的基因好像是就断在 Emma 这边吗？不可能吧？想后续，对啊，就会还是会情不自禁会想这些。可是我觉得每个年纪想的不一样。我30岁之前，其实我有想说我要结婚，然后30岁之前生完2个小孩。但过了30岁之后呢，我就觉得不结婚很好。然后没想到这件事情，我妈真的不行，她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她甚至最夸张就说我那样。你那是外给，无你生真好。哎呀，我说，哎呦，妈妈，我今晚无对象，你要给我跟上生。哎呀，无你就，我那边上很多人有空呢。哇，等一下合不合吧？不是这样讲吧？摄影大哥很多都，哎呀，单身他们没有把他们的那个休假表给你看一下。休假表是不是？那旁边会有贴照片吗？然后还有更夸张的，就是我妈妈的那个催婚，就是无孔不入。妈妈之前就是因为可能血糖比较高，然后我带她去医院做检查，我就牵着手带她去。妈妈这时候厉害了，她说：“你看，啊，我现在老啊吼，有你在给我看呢，来看医生不是就好？多好！你看遐坐轮椅的瓦楼啊，那推。”是不是可怜呢？因为多一点。我说妈妈，你放心，我现在可以来带你看医生，以后我自己也可以来看医生。嘴硬，我没有嘴，怎么会呢？我讲的很有逻辑吧？我可以带你来，我怎么不能够自己来呢？你还没老，是吧？还没老，是这样吗？很难说。你如果就算电动的，你要下车还是要有一个人扶你啊？还是你是看身边可能失败的例子太多，你不想？失败例子真的太多了。因为我妈每次跟我讲结婚的时候，我说妈，你看那个不是也是这样，那个也不是这样。然后我妈就会说，啊，你家跳你不要跟姐较好的吗？我讲妈，无你就是讲伊就讲的吗？对啊，那你没办法。对啊，你看小珍敢会讲对吗？年轻的时候怎样讲？啊，真的。大家叫等到算以后啊，等到过这样个酸头刀，金头刀。对啊，一凡嘞，有很常被催吗？啊，
因为呢，原住民，因为我爸爸那边是大家族。请问一下，可以告知大家，你今年我比他大一岁啊？真的啊？啊，你们两个都看不出来耶。12。然后，因为我爸爸那边是大家族，所以跟我同辈的哥哥最大的其实可以当我爸爸的年纪。我还被高中生，就是他们生的小孩叫姑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家族是非常庞大。所以你就是俗称的老伯伯了。还没有到啦。然后呢，每次过年的时候，就一定是大家都会回来，然后就开始就会被攻击。哎呀，你那么年纪那么大，怎么还不结婚？哎，你都被叫姑婆，你怎么还不结婚？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结？刚开始都会啊笑笑，嗯，好啊好啊好啊，那过年都会喝一杯嘛。最后就是不想听啊，好啦，赶快喝了哈，直到灌醉他，还是把我自己灌醉，就是赶快把他结束这个话题。然后他们催婚还会帮我介绍对象。有一次呢，就是反正我们中秋节烤肉的时候，我妈妈不小心说漏嘴，她说啊，本来要帮你介绍一个离了婚的男生，然后可是因为后来他就是有事就没办法来。我说那你看过人家？她说没有。我说你没看过，你怎么就可以随便介绍？更扯，还有一次，去年我就脚受伤骨折，那骨折之后你修复期完毕之后，你就开始会很酸痛。然后我妈就有一次说，哎，我跟你讲哦，有个医生真的不错，我们隔壁那个阿姨她50间就被治好了，你要不要也去看？你不是脚会很酸吗？我就说哦，对啊。她说重点，她单身。哦，妈妈身体好。对了，我说妈，你去看过那个医生了吗？就没有啊。我说你至少如果人家医术真的很厉害 ，OK， 那我也可以去，但至少你要看过嘛。对，哎，医生娘不错啊，对啊。那没有吧？哎，不好意思，讲到你的痛，不好意思。而且很多人说，比如说很多人会说，小时候就是习惯对象会是爸爸的，就是那个形象感。我跟你讲，我爸从小，我帮他冠了一个名称，叫做豆豆先生。我看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就是我靠我自己的坚强。很幸运是吧？你能我非常我能活到现在，我真的觉得我很幸运。因为他常常就是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带我出去玩，就是在部落不是很多溪嘛，溪边，他就自己跟他朋友在那边聊天，然后我已经灭顶了，我是被人家救起来。天哪！这个小孩是谁的小孩？然后我爸还在那边哎嘿，就你知道吗？你爸还在烤肉对？对，还在烤肉，然后跟人家聊天。我被人家救起来，那真的就算了，命真的很大。然后因为部落也是那种就是山路比较陡嘛，然后以前他就是骑个那个野狼，他就很喜欢要载我出去。我说好好好，也是被他就是你知道没有那个力量不够，然后对就呼呼倒着棒跌倒，然后就哭了半天，很痛痛。然后我爸第一句他也不是问我说你有没有怎么样，他说你不要跟你妈妈讲，你不要跟你妈妈讲，因为回去怕被骂。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小时候有怀疑我是不是被捡来。你觉得我爸爸这样子，因为我就必须要自己很就独立，自己能照顾自己，因为我不相信。那你爸的个性，你看你他从小他跟妈妈的相处，他有照顾好你妈妈？当然没有啊，都是我妈在照顾他。所以到底结婚是要找一个人来，你要照顾他，还是找人家？所以婚后到底有没有被照顾到？这事情我们就要问蔡一凡。对，因为我觉得一凡跟一佩真的是还没有遇到，我以前完全就是跟你们的想法是一毛一样。我也觉得女人就是要靠自己，不可能靠另外一个人，就是把自己顾好。因为我爸也是个天秤，而且他是就是外星球来的，就是他也不知道我怎么长大，然后他也是就是我行我素的艺术家。但是呢，我以前都会觉得我不可能结婚，我也是抱定不结婚不生小孩，一直到30岁遇到我真命天子，就是要来就挡也挡不住那种，就是太细致，对，尽量把浮夸的抱怨，他就是强压在你身上这样子，感觉来了，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哎，这个人很像老兵，就是非常的细心无微不至，但是跟我印象中的就是另外一半都不太一样。我觉得要很浪漫，可是他就不是，他就是很务实，然后很爱碎碎念那一种。因为我以前30岁以前，我就是因为我妈妈走得早，然后我爸爸又是艺术家，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我是怎么样长大，就一个人长大。我从国小就是自己拿零用钱100块买三餐回家吃的那一种，然后一直到我就是长大，我就是肠胃炎，然后我一个人就是收拾细软就去开刀了，开刀然后自己办理出院，然后以前就是车祸也都自己处理，然后
我就是强迫自己，就是你就是要自己面对，你也没有兄弟，因为我没有兄弟姐妹，我就是以前是独生女，所以我已经非常习惯这样的模式，我也觉得我一个人会很好。但是呢，神就是这么奇妙，你越不想要，他就越给你另外一个可以依靠的另外一半。然后他就开始教我说，哦，经营一个家要怎么样啊，然后也帮我保险，我以前都没有保险，然后帮我保好好的，就是意外险、医疗险啊什么，就觉得哇，原来这是一种踏实的感觉。然后受益人都听他的。你看，我是不是太天真？开始会带你去做一些极限冒险。对对对，然后一直到我觉得我确实没有嫁错人，是在我们生小孩的时候，因为一直到以前新婚两个人还是甜甜蜜蜜，像男女朋友，没有什么改变。但是因为我是早产，然后我的那个孕期非常的痛苦，就是要安胎的，就是一个月就是吃喝拉撒都在那个床上，然后我就看我老公，他也是很忙的人，他是工作很忙，他把他整个办公室就搬到我病床旁边，然后每天办公，然后一边照顾我，帮我喂汤喂饭，然后帮我擦，然后把屎把尿，你知道我连大号都要在床上，然后呢，你就看到一个男生190公分，然后再帮你细心的擦屁股，然后换尿布什么的这样，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的感动就是，哦，原来这被照顾是这样的感觉，我没有这样被照顾过，然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嫁错人，然后你只要晚上稍微有一个翻身动静，他马上就惊醒，说怎么了，还好吗？肚子怎么痛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好感动，好感动，我就觉得好，我就是一定要把这个 baby 安全的生下来，就是我们一定要共组一个很幸福的家庭。那我觉得为什么我很鼓励大家一定要走过这一招，因为 you never know 你会碰到什么样的人，就是这是一个历程，对不对？就是不管好或不好，你一定要经历过，尝到各种滋味，你才会知道说你没有白来这一招。那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现在 right now 死掉我都不会害怕，我是超不怕死的，我敢去跳飞机，我敢去那个bungee jumping， 我什么都敢做，因为我觉得我的命就是自己的，我就算走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负担跟累赘。但是一直到我嫁给他，我生了小孩之后，我超怕死的，就是生下他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意义，我才每天看他每就是成长，然后每天有一点不一样，每天都有进步，那个感动我以前单身是完全没有想象过的。但是生下来之后，我觉得我女儿也是来报恩的，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天兵妈妈，然后我也是生活就是我以前是不会洗衣服不会煮饭那种，所以我女儿就必须要很独立那种，然后她甚至有时候我就会怀念单身的时候，我就会在默默说，哦，妈妈好想念以前那种就是放飞放松的生活，就是想要来一杯调酒啊，因为我好久没有好好喝一杯了。他说什么是调酒，我就说妈妈最喜欢喝的调酒就是 Mojito， 他就说那是什么，我说小孩不用管了，就是我就是很想念以前单身，然后他就会自己去 Google， 哦，他 Google 就是什么是 Mojito， 然后他叫爸爸就是买那个薄荷盆栽回来，然后自己去买那个，反正材料都弄，还有那个手摇杯。然后有一天母亲节我就起来，然后他就是自己做了一杯，天哪，很 fancy， 但是是我女儿亲手帮我调出来的，贴心哦，这是我喝过一辈子最好喝的。几岁啊？他这是10岁哦，而且那天早上他就是还帮我做了阿塞，我跟他说妈妈就是很想吃阿塞，我在美国吃到好好吃，然后他也自己去 Google， 然后那都他自己做的，好贴心哦，他也有，他还摆盘，那我说你怎么会 Google 啊？就是整个很独立，是小天使。对啊，你看，所以真的听完的故事就鼓励你们两个赶快去嫁给她老公。像我是从小是因为父母亲离婚，那我爸妈也是轰轰烈烈的爱，然后又轰轰烈烈的离婚，那我妈妈带着我就单亲嘛，所以我到了小的时候到人家同学家会看到人家阿公阿妈一家很幸福的时候，我有时候吃着饭在同学家之后我就去掉眼泪，就赶快躲在厕所，就会对着镜子说，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为什么我妈妈不可以给我，好，就为什么他们要把我生下，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然后我从小到大都妈妈为了赚钱都没有来过学校接我，哪怕台风天狂风暴雨没有人，就是我自己一个人长大的，所以我的个性是很独立也很坚强，我不管遇到什么挫折我是自己哭完，我没有靠山，我要靠自己冲吧，只能往前冲。然后我的妈妈没有钱，我必须要赚钱养我妈妈，因为我妈妈革命情感，她直到就是我到了20几岁，我努力其实也遇到很多条件很好的，可是问题我没有存钱，我妈妈怎么办，我嫁了以后我妈妈将来怎么办，我妈就我一个小孩。后来到了30岁以后就看很多人又离婚，
就会觉得我干嘛要结婚啊？直到我觉得遇到真命天子的时候，因为刚好我的先生也是爸妈离婚，我们两个都是同样靠自己长大的，我就无形中他讲英文，我讲中文，两个人就这样很契合，就觉得他要的那个人生缺口跟我要的人生缺口是一样的，我们都很想有一个家，有个幸福的家。再不嫁没人要。真的，那个时候也太歧视，对，这怎么能说？这叫歧视啊！可是老天爷就是让我就是哎。就是有这个缘分，那时候就怀孕了。那我想，好吧，因为我们交往两年都没有想要结婚，是直到就是哎，小孩肚子在肚子，而且自然产，自然怀孕，然后会不会就是真的就是他了？那妈妈也点头了，我们就开始勇敢过着幸福快乐，就生了小孩，像尿布啊什么，然后自己当过妈，因为我剖腹。就知道妈妈好伟大，生下来真的是鬼门关走一圈，然后喂奶把最好的给她，怕她冷怕她饿，我就开始就知道妈妈好伟大，就更了解我妈妈伟大，以前只觉得我妈养我辛苦，可是现在就更能够体会，不知不觉我孩子大了，那我为什么要说有个小孩很好，是我孩子啊高一的时候，那个时候爸爸没有时间陪我，我们就到国外去，那个时候就逛街，我就要去拍某个牌子。妈妈，你要换一点潮牌。我说你不要试着改变，我已经五十几岁，你不要改变。她说妈，我带你去。她就走着走着走着，就看到这个包。哎呦，啊，潮哎！对，后来我就说，这个年轻的时候我就有一个 YSL 一样的嘞。我说我不要。我说妈妈，你试试看，你拿这个，人家会说很好，你不要再买那个老嘎嘎的包。老嘎嘎，老嘎嘎，雷迪嘎嘎，老嘎嘎。他那时候才15岁、16岁，他就要改变我。那他眼光很好哎。他就在法国那个老佛爷酒那个饭店买的。他说妈，我小时候有存那个。就是过年那个红包钱，你都帮他存了，对，我买给你，我买一样，这个对，就很对。后来我就心里想，哇，这个小家伙口气还蛮大的，我就心里想试试看，他舍不舍，搞不好他嘴巴讲，要不然，我说那妈真的买哦，就扣你的哦，妈你买啊。然后就买，我就买了这个。那时候就觉得，哦，提了这个包，我儿子买的，我儿子买的，就很暖心，比中乐透还骄傲啊！哈，好，那今年因为我跟寇世勋、寇哥也啊，这个鞋子也是儿子叫我买的，我都快六十岁的人，就我觉得好棒啊！后来呢，今年更窝心的是，我要跟寇哥要拍个8点档在嘉义。妈没关系，你去，然后自己洗衣服，自己上学，自己什么都自己。后来呢，再过我1月份生日嘛，我水瓶座的，他就回来家里按电铃，然后就把这个藏在后面。他说，妈，你把眼睛闭起来。哦，我就顿时觉得我好像在谈恋爱。就叫我看一下，说你不要打开哦，来，妈妈生日快乐。我就看到吧，小就这个牌子。我说你又花钱啊，妈，最后一个了。害我一打开，我好开心啊！一打开是这样的，哇，这么小小就可爱啊！啊，我就这样子掰。我第一个说这个是能干嘛？就卡在我这里。眼光真的很好，对，我一次都没拿。我出门要带手机吧？哦，我是不是这样子拿了哈？还有开汽车钥匙，是这个年放汽车钥匙都放不进去啊。然后这个卡也只能装一点点，他就说。你再嫌以后我不买给你了。今年真的不能嫌，真的不能嫌，就这样背了。然后这个牌子现在年轻人好爱。所以我说你儿子的眼光非常好。是。所以有时候觉得生一个孩子就是有这样经过，我觉得其实是完美的。我们看一下单身女子还会因为什么话而生气，哎呦，好，接下来看到的是第2名，就是说你干嘛不给他一个机会呢？你干嘛眼光这么高？网友说，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会想要回答对方说，那为什么你自己不去嫁给他？万一我们找到了人渣怎么办？谁来负责呢？对不对？再来第3名，这句话呢，就是一定是你太独立才不需要男人。网友就说了，一定要独立啊，先养活自己，那不然呢？你养我喽。你听到这句话会生气吗？不会，我觉得会是因为就是对方可能有点歧视的意味，就觉得说啊，你都很独立，你什么事情都会做，你也不需要别人来照顾。是看口气吧，你就是太独立才不需要男人。没有，只有他。等一下，你好，你也是。麻烦你回去一定要看一下这集播出，你看一下你的嘴脸。我是一门女生啊，是不是都这样？你这个嘴脸讲任何话都欠揍啊，真的啊。那所以一凡，你是不是眼光太高了呢？我觉得眼光太高这句话真的是也不能这样子说，因为我没有那个运气像佩姐跟一凡碰到这么好的另外一半。像我之前就曾经有一个前男友，他就是
控制狂，有时候我的朋友约我出去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不行啊，我今天可能要跟男朋友去哪里，他们就会说，哦，你的电子脚镣被铐住了，这不能出门行事，就是，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我那个男朋友是，我去哪里他都会问，然后干什么，跟谁出去，那当然这些我都觉得 OK， 控制狂哦，因为我都觉得这都可以讲，可是他细节到说，那你们今天吃了什么东西，你们聊了什么东西，那你今天吃饭多少钱？然后甚至他会说，哎，那你今天几点会到家？可是比如说有时候我说啊，我11点要到家，要晚了15分钟，他就是这15分钟就会一直狂打电话，狂打电话或什么事。然后我就说哦，就在车上。然后说你不是说11点就会到家吗？怎么现在11点15分？然后为了这事情就吵乱七八糟。然后那时候我在 pub 驻唱的时候，他说你要不要一起进来？反正就是带亲友来，就是你是陪我的，你也不用花到什么钱，就在旁边等我。他就觉得说啊，不好意思，那他就。我在车上等你好了。哦，这好有压力哦。是不是很有压力？就是他送你到那边，然后他说我在车上等你，等于你进去多久时间，他就在车上等你多久时间。好有压力哦。然后对，可是你唱完，你不可能马上说我要走了。因为你还是会有一些朋友啊，你要搜求一下，对，你还是要搜求一下，或者聊聊天，或者比如说任何。然后后来久而久之，就是他把我压，就是已经喘不过气，我就分手。后来就发现说啊，单身的空气好自由，我想要去哪里随便，我也不用跟他讲，而且细节我又是常常记不住什么，我还要问他，他问我了什么，我还要回答他哪一个饮料多少钱，我觉得好累。可是一凡，你总不会因为一次假当阿 B 哥拉肚子，你就再也不吃当阿 B 哥？我可以改吃猪血糕。我觉得他们心境可能已经有半排斥。我觉得他一凡应该没有排斥，是你吧？为什么你又错？你又跟我哪里是站到我排斥？讲话的那个感觉啊，就对，感觉你对生小孩跟结婚是超级排斥。对啊。好，我承认我排斥，怎么样？我就改吃。好的，红烧排斥。哎，好吃哎。我觉得真的很自由啊。妈妈们一定能够最能够理解。比如说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这个下个礼拜我有空。然后我就决定，嗯，那我就可以直接出去。不影响啊，我们都是这样的，都可以啊。对啊，那我影响。那我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这一集录完，他就赶快出去找一个？对啊，等一下你们可能下个月都收到我的帖子。对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婚后有更多的好处，因为我以前是想说啊，自己旅行说走就走，爽帅气，然后自由一匹孤狼这样。但是往往比如我一个人要唱歌，不是我高中就一个人去关岛哎。对，我就自己报名旅行团，就自己一个人出去。所以我以前真的是很恐怖的独立，就我爸也很放心我。但是往往我在就是比如说旅游的时候，你看到一个美景，或者你有一个感动的 moment， 你觉得哎，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那种心中的，我觉得我自己啦，我是非常非常空虚的。然后我婚后，我觉得就是我觉得1+1不是等于二，是1+1大于2。如果你选对人的话，就是前提是对，对，要选对人。那我觉得婚后的好处是，比如说。我以前主持那种威士忌的记者会，然后他们就会很喜欢有各种什么聚餐啊、party 庆功宴啊，然后新酒你来品尝一下。以前梅亚都哪敢拒绝啊，就会觉得说这是工作。以前我要强调，以前梅亚的时候就会觉得邀约不断，对，好困扰，不敢 say no， 就老板说什么就好，就喝这样子，然后就会觉得啊，人家新酒品尝庆功宴什么都要到。然后呢，我以前真的是惨到一直在送急诊，因为我。小时候就是都一个人吃三餐，然后其实肠胃就不好，底子就很差了。然后长大工作也没有好好吃好好睡，所以我一天到晚就是急诊室出来又继续工作，然后工作完又急诊室，这样已经是家常便饭啊，都是我一个人哦。所以后来我就是结婚之后啊，然后就是说哦不行，因为我要回去要喂奶，就是不能有酒精。哇塞，妈，那人家听到妈妈有这种就是哺乳需求，谁敢叫你喝酒？不想说。原来不是梅亚了，这样。厂商还有在找你吗？现在就完全电话删掉。然后后来有聚餐、庆功宴、party 什么，你也会说哦，我老公没有办法，就是太晚回去了，不能久喂，这样就是其实自己心里也不想去，但就可以冠冕堂皇的 say no， 这样。就是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另外一个亦凡，他是觉得很自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自由，对，自由，对啊。那所以我们就要请爱丽丝来带大家做一个测验喽，看看你是独立性格人还是依赖性格的。我刚刚看爱丽丝她的这个表情，然后听他们在讲，她都很忧郁的。还是太睡着了，非常的投入。你有投入，排斥就是结婚生小孩？不会不会不会，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立场，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你懂不懂的，就是
宠爱自己跟善待自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自己过好，对自己过得好以后，我相信你就会遇到那一个，没错，那一半，对对对。所以我们来看看，好，刚才到底是你是独立型的人格特质，还是属于比较依赖型？我们今天帮大家准备潜意识偶卡，一二三四，用举牌，直觉，选不出来怎么办？四底选不出来。四，你选一个四吗？四四三三，哎，三个，哎，那先从一开始，已婚人士，好，好，来我们来看一下，选到第一张的，好，所以都没有人选到第一，一没有选，嗯，好，是所要的，我也想要有伴相处，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独立指数，我们今天的分数叫做独立指数，嗯，有60分，60分算还 OK 啦哈。好，其实我也想要有伴相处，就像我们看到这一张卡片的情境一样，看样子好像自己在可怜哦。对，其实你看的书很可怜，对不对？你读到他真正的情绪了。其实我们这样的人呢，选到这张卡片的人呢，其实代表你平常看起来好像独行侠，可是其实你心里面也很想要有伴。来交往，好，或者是说能够有一些亲密的伴侣，或有很多的好朋友，但是其实你就是没朋友，那你就是没有朋友，就是心里是真的非常寂寞空虚，而被迫必须独立。所以建议呢，如果说选到这张卡片的朋友呢，就记得一定要呢，就是适时的把你心里的想法跟需求，或者是你的情绪要表达出来，让另一半知道，这样子也会更增进你的亲密关系。好，好，接下来第三张牌。好，来第三张牌，我们看到是这个木啊，我跟我们的 Black， 对对，叫做与伴同行才有乐趣。可是这两位看起来都是非常享受独立的，对不对？嗯，对，对，真的是多少？40分，独立指数只有40，哎，里面四张牌里面就是最不独立的。但是呢，他们平常的生活看起来都是大大的很享受自己的生活。谁想要可以有人依赖的时候，谁不依赖？是不是？所以其实他们呢，骨子里根本就是凉皮皮的黏人精。但是他们就是没有人可以依赖，他们呢就会觉得说，哇，与伴同行才有乐趣，就是我一定要跟嘎迪郎或是好朋友，对，因为你不能说闺蜜，对，然后或者是说你，你为什么强调差点喷出来？好，所以或者是说呢，很一定要跟自己的家人啊，或者说跟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就是你认为就是会让我舒服快乐这些人，对，我觉得跟你们在一起玩啊，一起去旅行啊，或者一起吃饭啊，一起聚在一起，就算看个电影，在家里聚会群聚，你都会觉得非常，哎，真的耶，你知道有一些人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像我们这样，我觉得我累的时候充电，唯一让我充电方除了是出国以外，还有就是好朋友聚在一起，好朋友聚在一起，然后你听他们在那边嘻嘻哈哈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好放松，很充电。我觉得阶段性的，因为像现在你们还年轻 ，OK。这我没办法反驳。对，是啊。可是像我们这已经超过50岁，因为那个体力真的是骤降，你有时候想要跟大家和，但是有点，你就觉得哎呦，算了，太累了，我回家了。对，我觉得是阶段性。好的，所以接下来第二张牌，大牛哥跟佩仪，还有我，还有我，叫做各自安好，同处愉快。啊，什么意思？然后有80分，然后所以这个独立指数其实还蛮高。什么叫各自安好同处？其实我们看到这张潜意识偶卡，它好像两个小朋友在玩，可是你们有觉得这个溜滑梯的它的角度，感觉其实也是观望着另外一位伙伴，他好像在等待他说，哎，如果你来找我，我们可以一起玩；如果没有，那我自己也蛮自得其乐。代表说，其实你是属于感觉型的人，你会非常重视氛围跟大家在一起的感受，所以你就会想说，好，那我就去赴这个约的。所以其实代表呢，其实你也蛮容易为了要一味的迎合别人，让别人快乐，而忽略了自己真正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就怎么开心怎么过，然后也不要去强迫别人，对，就这样就好，自己快乐就好。第四张，好的，来第四张的话叫做相处麻烦，喜欢独处。这样好，我们两个，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再高呼。什么事吗？独处对你来说是跟你们就是家常便饭，这是一种本能。对，所以你非常享受，而且反而跟人相处，你会觉得说真的又有气味，然后又不舒服，根本够当够呆。对啊，如果说你今天是被迫说一定要非得要去参加一个饭局，那你也会就是点自己的，所以大家以后也不会再约你，这就是你的计谋，就是觉得说你还是一个人比较好。那我们不用留，不用留电话。没有，我觉得不用留电话。会不会这两个跟拍道钉是一样的？其实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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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来，好相处的。其实学到这张卡片的朋友，你是属于修行人的人格特质。修行，对，因为他其实是蛮豁达，而且非常享受独处的感觉。我就把我自己修行好。我刚刚有不小心也想选一号了，所以我的分数应该来不及了。你美湖，你美湖。所以大龄女子这个单身女子崩溃的第一名到底是什么？好，荣登第一名的这句话呢，就是。这年纪还不结婚的人就是怪怪的。哎呀，网友就说啦，宪法又没有规定几岁一定要结婚，而且呢，就是因为脑筋清楚才没有结婚嘛。单身的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脑筋挺清楚的呢？哎，真的吗？你们同意这句话吗？不要再说我散发负能量，但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是脑筋真的比较清楚，因为我。以前我年轻交就是男朋友的时候，我觉得我大部分都是配合他们，有很多原来的自我都被消磨掉。像哎，我问你，你从以前到现在的有哪一任男朋友曾经让你最接近想结婚的吗？其实我每一任的男朋友交往啊，我都其实是怀抱着我要结婚的心情。那也很好啊，像你刚刚翻白眼要过吗？没有，我再看一下，对，他是大龄单身没事。我真的啊。我那时候刚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嫁给那一任男朋友。大学那时候太天真了吧？对，那时候就太天真了。然后我后来之后再交的男朋友，我觉得我们很多想法，然后他的个性，然后跟他艺术家的气息都非常的吸引我。但是他就是那个艺术家的气息，就是他太艺术家了。你看你爸爸他就是没有办法管理就他的生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结婚你要照顾他很多，我要照顾他很多，对，然后后来就又分开了。那我懂你讲的，就是说头脑越来越清楚，就是你越来越知道自己要什么。对，可是我真的建议，像我之前是单身的时候，我从来不伪装，我是这样个性，我耍耙子就走，我就走，我就是那种很潇洒的。对，我觉得我不必，明明就很爱吃这样东西，我还在那吃不下，然后要怎么样就走得很远，然后我就是高兴要怎样就怎样，你能接受就接受，真的不能接受算，就因为你不适合我，我很洒脱。可以这样，刚认识就在他面前。佩仪姐，那是因为你条件太好。没有，我就是水瓶，可能水瓶座，我就是觉得。我是为我自己，你要应该是你来爱我，我为什么要迁就你？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因为很独立。可是我觉得结了婚以后就不一样了，因为共同组织一个家，你就不能太任性了，太自我，有的时候就要多看对方的好了，开始改变自己，一直改，一直改，改到我现在这样。对啊，但是也还好啊。现在讲完大家又不敢结婚。不会啊，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啊，一个幸福温暖的家。是我访问过我身边很多女生朋友，我有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比如说像伊佩一样，她非常单纯，就很相信另外一半，觉得我会跟她走下去。这种女生呢，通常男生就觉得，就是你压力很大，你是不是很想嫁给我？然后就会，你知道，就会想要跑。可是如果像佩一姐这样，老娘就是这样，你爱来不来，你爱走就走，他们就反而很想扒住你。哎，为什么男生会那种被就不假，就是假，我就是真的真的，就是容易得到的，变身猎物的啊，对，是要追猎物，容易得到的不珍惜嘛，对啊，好奇怪，不会有这样，你假如越得不到，那婚后嘞，婚后怎么样？婚后就是这样，婚后因为这个猎物已经入袋了，他就在配偶栏上已经有名字了，所以是我脑子太过清楚。像这段时间其实都还是会有人就是可能示好啊等等，有的更夸张是自己还有女朋友，开始就会说他女朋友跟他不适合，然后就是他其实想跟他分手，然后女朋友想跟他结婚，他觉得他很有压力，就是这一类的渣男，他可能就是想要把你，对啊，对。后来他们分手了，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一个月之后我就接到他的就是告白电话，然后但我还是跟他讲说，为了你他分手吗？怎么可能？我觉得我不晓得，我觉得这种男生是累犯，他一定会用这种借口。我觉得是，我觉得他其实是累犯，所以这招不管不管啊。然后像这个我还有遇过，就是他结过一次婚，然后离婚了。然后他就觉得说，哎，你不错啊，然后就是头脑也很清楚啊。他说要不要就是我们就是结婚，然后组合一个家庭。哦，那你叫他存款拿出来给你看一下，对啊，是有。哎呦，哎呦，真的有哦，是有 OK 啊。我觉得我虽然很理性，但也没有理性到就是没有敢谈恋爱的那个状态。是啊，对，我就谢谢。那一凡嘞，一凡单身对你来说有坏处吗？坏处是你站在哪一个男生旁边，人家都觉得说你那个是不是你的男朋友？有时候连我经纪人都会说，哎，那个男的是你男友吗？以为是你男朋友。对，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在 pub 驻唱的时候，那一天就是
要上班，可是上班之前老板说他请吃饭，他包括乐手啊，还有我们歌手这样，就大家就是互相说，那你在谁？你在谁？你在？然后其中就有一个男的说，哎，那不然你坐我车好？我就想说，哦，好啊。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他老婆跑来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其实我以前差点误会说你是我老公的，就是外遇或什么。然后我就说，我说什么事情？因为然后你就说啊，你怎么知道？然后我就说，我心想说，第一个疑问说怎么了吗？你老公当时没有跟你讲说他有载我，就是一起去？他说他都没讲，他反而还支支吾吾。然后我就，可是我反而很大拉的跟他讲，还是他老公晚上睡觉都会叫到你？对啊，你妈后来我知道说，因为他那个老公对别的女生也是这样，也是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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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是可能也是暖男型的，没有，可能就是遇到老婆害怕的事情，他就会紧张，就啊，没有，其实没有怎么样。老婆不喜欢的事情，他为什么还要做？对，没错，就不懂，对不对？而且他就是应该大方的讲，我今天载一凡回家，这样就没事啦。对，其实你就这样讲。那如果老婆会介意的话，你就不要做这个事情。还是他们就是想像夹缝中求刺激，有的是这个样子，有时候这样，吞吞吐吐一般。都女人做专利才对，吞吞吐吐，眨眼睛是扭的。但是其实凡事有优点就会有缺点啦，就不可没有任何事会是十全十美。但不管呢，你现在是已婚还是单身呢，你都不希望自己的爱情运会有点状况嘛，对不对？所以今天要请爱丽丝来帮我们做一个测验喽，在近三个月的爱情运势停看听。好，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一直近三个月大概会遇到的有一些星象的变化，譬如说群星会逆行，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水星逆行啦。那水星逆行呢，其实这一次是在天秤座的位置。什么叫天秤座？就是它会跟你的另一半，就是你很容易看到被送，或者是看到很逗动啊，对，就是合作伙伴合作，应该跟星座没关吧？这应该跟结婚久有关。对，因为结婚前只想天长地久，结婚后会想说到底可以撑多久。好了，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哈。所以这个星象会造成，就是我们整个在亲密关系这件事情会开始做着风火轮啊，云霄飞车，会非常的刺激。土象星座呢，哈，有我们的这个啊金牛座、摩羯座跟处女座这一组的朋友，记得哦要放下执着，因为会有非常多的突发状况，无论单身或已婚，会开始颠覆你传统的思维跟格局。比如说像摩羯座，今年就是非常容易遇到那一种，就是让你招架不住的那种缓灯那种对象，对。可是呢，你又非常的深爱他，可能对你来说不得不改变自己传统的思维，或者是我本来对待感情的样子，因为你也觉得我好想要改变自己，有全新的一些人生或新的感情观。好，那再来是我们的水象，我们今天现场我们牛哥还有我们的一凡，好，来，这叫渴望安定，把握机会。那已婚的就，那你们俩不是都安定了？安定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有什么机会可以把握？所以如果已婚的就先就是休就不必了哈，我们的渴望安定把握机会，请我们的一凡哈。双鱼座的话，其实还蛮容易遇到有那种非常危险诱惑的这种对象，也会对你一直发射这种。但他99%想独立。对。如果遇到让他很舒服，遇到很舒服的对象，他也会觉得说好吧，不然我来试试看，就是那一趴。然后我们已婚的巨蟹的话呢，其实如果你们前阵子真的为了很多家庭的事情，让你们真的一直常常在发生争执。可是其实呢，接下来也有一个行星叫金星逆行，会在你的伴侣宫，反而你们会呢感情重修旧好，会相处得更融洽。对，有时候就会约，听另外一半的话，怎么样听？用耳朵吧。他刚一直只在乎说，哦，所以最近会约，会约是不是？别算哪里，我们私下聊，私下聊。我们私下约，还有好，私下约，好好。火象星座，我们现场我们小小真射手，然后我们的一配是那个狮子座哦，聪明沟通提升关系，两位都是单身组的，然后因为本来火象星座真的有什么就喷什么，也没有管那么多，因为我们家有那种狮子座的小侄女，那阿嬷说。
你们不要再吵了好不好？这样子，怎样怎样怎样？我说哦，好好，阿妈好的，我已经听到，但是我还是会继续这么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表现一下，比如说狮子座可以表现一下你的亲和力，比较贴心，哦，那种散发个人魅力，跟以往不太一样哦，从女狮子王变成小猫咪，还有反的那个这个桃花运会越来越好。好，那射手座的话呢，要注意听清楚，就是很容易遇到金桃花，你往往每次遇到小陈都会刚好你都遇到。金桃花，哇，怎么都还没出错呢？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对啊，你要金桃花先生，我在等你哦。金先生，哎，金桃花金先生，真求呢？金先生，我的地址在这，金先生，就金超群来找你。我们最后一个风象星座，我们佩仪姐，我们的风象，我们有这个天秤啊、双子跟水瓶座哈，属于旧爱新欢，让你重新来醒思了哈，就是说可能旧爱，你又有新欢了，耶！我们的小狗狗都有了，就说你可能旧爱来找你，或想回归，所以风象星座的朋友记得，如果你真的非常的痛恨他，那你要封锁所有的联络管道，不要让他找到你 ，OK？ 好，那以上呢，我们这三个月的爱情运势停看停，提供你大家做参考。好，谢谢爱丽丝。对对对，其实不管有没有结婚，年龄多大，我觉得我们都要把女人呐，都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都要做自己的女神，你才能去做别人的女神啊。对啊，对啊，当然要快乐要幸福，其实还是要靠自己。当然，那碰到对的人，我们就好好的把握，对，好好的珍惜，对啊。希望今天两位有被我们就是从这个负能量。对，希望啊，希望你们找到一个很理想的对象。对，今天谢谢大卫，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到粉丝团里面留言和按赞喽。今天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圣诞节快乐。今晚开战吧。周哥，你现在年轻的时候追女生有没有特别殷勤？有啊，怎么说？我以前还有碰到一个心仪的对象，他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哎呦，说他们家电灯泡坏掉了，叫我去帮他修，这一定在暗示什么？真的，那应该有成功吧？我后来就边修的时候，我就是问他嘛，我说，你有男朋友吗？嘿，他说有。啊？有啊，你怎么不叫你男朋友来修？你叫我来修。对啊，对啊。他说没有，我怕他被电死。靠腰嘞，你不怕我被电死？你真的是。所以你看，螺丝风也是会变成工具人的。我告诉你，所以观众朋友，所以你是被标准利用的工具人，还是你根本就是利用工具人的主人呢？我告诉你。我们现场就来一个标准工具人，我没有说他叫陈大天，我真的没有。欢迎收看，今晚开战吧！耶！首先让我们欢迎凄凉的工具人代表。哇塞！哇塞！哎，我这边是工具人主人。哇塞！一个最会评理的海苔熊，欢迎海苔熊。你知道，在无论在爱情或友情的世界里，都会有一种人，就是默默守护着你，不求回报，只求你多看我一眼。对对，你知道，就是有这种人。对啊，对，这个在年轻人的世界，我们叫他工具人。不过你找到工具人来讲，哎，这个。对，工具人我相信，我还穿工具服哎，哎，工具服，工具车车。小爱，小爱就是来骗通告的，没有，你们听你们就知道，我那么漂亮，指超高的工具人。好了，不然我们来一个暖身体啊，请举牌，等一下来。好，来，请问被别人当工具人的人，是不是都是自己造成的？请举牌。哎呦，你看，三个都是觉得是自己造成的。你看看你们有多嚣张。海苔熊，你今天怎么变这样子？真的啊，真的是自己造成。因为他说实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所以你们觉得是他们的可恶性造成你们变工具人，对不对？对啊。我跟你讲，我们是一起创作，而且其实他们说他们是什么训练工具人的人，我们工具人根本不需要训练，我们是无师自通的，好不好？本身就是工具人，我们根本不需要人家训练。工具人有一首歌啊，是最具代表。哦，我知道这首歌。对，最近很红啊，哇，大家都在 cover 这首歌。歌王，麻烦你了。对，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就会深陷。对，好的。结束了这么突然，版权的关系。
版有版权，有版权。版权。我们请费玉清来唱一下。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陈奕迅。不太会。萧敬腾，萧敬腾，萧敬腾。我很好骗，只需要动用几滴眼泪。谢谢。来，陈大天，陈大天。没有特色，谢谢。你就是上台变工具人。他已经变成反射性的动作，卑微的态度。而且叫大天不要出来，他会觉得全身很不舒服啊，好奇怪。真的，真的，我们这集请李元芳请了十年。所以他是怎样？他是工具人主人中的翘楚，嚣张啊！但是我跟你讲，我们希杰调查一个调查，我真的很想知道，就是工具人最夸张的行为有哪些？情报站大调查，节目与网络各大社团合作问卷调查，让所有粉丝观众都有机会发表你的意见。由情报站特派员希杰为众多网友发声，说出你们的心底话哦。我们来看一下，根据那个今晚开战吧的粉丝团，还有脸书交友联谊单身社团，我们今天就要整理出来啊。网友觉得呢，最爆气的工具人指数，这边先给大家看一下哦，包括这个。担任美食的外送员啊，或者是化身陪购师，还有呢随时补充新的技能，还要充当心理辅导员，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的任意门要随时带在身上，你就要跟小叮当一样24小时全天候为他服务。今天就来猜猜看啦，你们觉得这几个行为到底哪一个是最爆气的 number one 呢？我到现在都觉得小爱是在骗通告。没有，我就可以说我接下来讲的故事，你就会觉得我真的是一个称职的工具人。我就是我以前男朋友的专属的外送员。哇，他是一个上班族，然后每天都会加班到可能过晚上12点。然后这时候他就是会在下班之前呢，就会我就会收到简讯，噔噔噔，他就会说。Baby， 我肚子好饿哦。他跟我说他下班要吃什么什么卤味这样子。我说好，我去帮你买。那你就先回家等我，然后我就是去买那个热热卤味，然后送过去你家给你吃这样子。结果送过去的时候，我想说他应该会很开心，总是有泪盈眶啊。对，他应该说那 Baby 你很棒这样。没有，他打开卤味正要吃的时候，他跟我说，哎、欸，啊。辣椒嘞？哎、欸，啊！哎、啊，辣椒嘞？这间卤味就是要加辣椒才好吃啊，这样子我怎么吃得下去？然后我就说，好、啊，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啊，不然我去那个。我吃了，我吃了，我不要加。这个有影射嫌疑啊！这个，我就一直按住他，你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还是 啊，要不然我去那个下面便利商店帮你买辣椒。他说不行。我就是要吃那一间的辣椒，我还指定一定要那个，因为它是小鱼干的辣椒。哇！我就想说，哈，可是已经他已经关了，就是买完的时候他刚好关了，然后又不能去哪了，然后他就骂了我，就是一整个晚上。你那时候应该会生气吧？不是，因为我觉得他很辛苦啊，我就觉得哦，你买卤味更辛苦，我辛苦啊，半夜你不用睡觉吗？我就觉得我是个。有母爱，想要贤妻良母，就在家送过去。这不叫母爱，这就是有些人他的那个奴性比较强。对我跟你讲，这完全真的不是母爱，我够有母爱吧？我觉得我跟一个男，那你为什么要把别人当工具人？不是，我要讲的是这样子，有母爱跟付出跟工具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我很有母爱啊，我照顾我原本很有对我男朋友的小孩，真的从他小学2年级一直到他现在都18岁，感人。但是问题是呢，这是教育的问题，你要让对，可是我在我们家呢就完全不是这样。像我之前比如说备孕可能要打一些药或什么，我可能人会有点晕的。是，就我在家里面真的就是一点都不夸张，并不是我叫他们去干嘛，是我只要身体一起来，他们就会你要喝水吗？你要什么什么吗？他们就直接去弄给你。哇，照顾皇后一样。真的，老佛爷啊，对，小李子就出来了。对对对，就类似这样，就我都不用跟他讲说我要什么，然后。比如说明天早上就是我老公会帮我弄好滴滴精，然后拿到我床边给我。哇！可是真的，你很值得这样被这样对待。没有，所有女生都值得，所以小爱。真的，我奴性太强了，是不是？我觉得你不应该道歉。你还是有被虐狂。对，真的。你这件事情做完，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感受到很有成就感？对不对？
然后当他干掉你的时候，你也不觉得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我就觉得他应该明天就气消了。然后隔天如果他要吃什么，我再就是服侍好他，他应该就会 OK 了。这样奴性的就很适合跟微风交往啊，因为微风我刚刚讲工具人中的翘楚嘛。没有，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没有，不是，我觉得我要先。你现在是不是又害怕承认了？不怕什么？不是，我感觉我讲的每个例子感觉被出征，你知道？没有，因为其实比如说像以前有一个粉丝，他是。知道我喜欢吃长崎蛋糕，他自己亲手做，然后守在我公司楼下一天一夜。他说他没有回去，他就睡在那个门口，因为他怕、就是。还是他蛋糕店就在你公司楼下？就可以不要，可以不要戳穿我们美好的。我就当不管怎么样，他一定是他做的，好不好？对对对对对，就类似这样。或者说我之前住北京的时候，我在一个长崎的酒吧，然后他就会透过老板就说，哎，那个我看那个男生哦。我看了他好多次了，那他就是我看他都喝同一种酒哦，这样，因为我这里有一瓶新的，你要不要请他过来跟我喝一杯？然后后来他就喝完了之后，然后就帮我把单买了，然后他送我了两瓶酒。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他是酒商，原来这样子，可以打这个广告，对对对，就后来才知道那个酒其实蛮贵，大概要大概10万块左右。哇，酒要10万块，两瓶加起来，两瓶加起来，因为还不知道是那个老板跟我说是 whisky。哇、wow, ，是那个响 Hibiki 的那个哇， wow. 对对，然后来他还有透过就是那个老板跟我说，如果因为他知道我自己一个人在北京嘛，他如果我需要司机的话。哇，可以吧？需要什么要讲清楚？我怎么要想这么久？需要什么？不是因为我在想要不要讲，这样都有想，因为就需要逗点要逗好啊，要逗好。OK， 需要司机的话，然后他可以把司机借给司机还是私人服务？讲清楚，司机，机、okay. 对对对对对，男女的、啊，是女生吗？女生啊，女生是女生是女生。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在讲这一段大天怎么想？大天你怎么想？那我一看你就讨厌，怎么可以享受那么爽？再见。你更伤心，再见你更伤心。你要带他走，我就跟你把命拼。哇，别以为我真的很难过。你的故事我觉得很精彩哎。我其实也担任过这种美食外送员。你应该五个都担任过。没有，其实他有第六个没写上去。其实十条我都有。那时候因为女生如果你要追求她，通常你就要知道她平常喜欢吃的一些甜食，你要抓住她的胃嘛。对。所以她平时记一些，她说她很喜欢那个花莲的某一个蛋糕。我有一次去出外景，我想说哇。刚好就地买了那个蛋糕，回到台北给他一个惊喜，结果一回去把那个蛋糕呈现在他面前，他坚持不收，为什么？他说坏掉了，不是没有加辣，没有加辣，对，因为他不喜欢吃芋头口味的蛋糕，哦，买错，可是那家最有名就芋头啊，应该买原味的，对，结果我就说不是芋头真的很好吃，哎，芋头怎么了吗？芋头，哎，芋头吃这，我跟你讲，这家老板说原本不爱吃芋头，吃完之后也爱上。我以训练师的身份告诉你，你没有调查好他的喜好。哇！我跟你讲，真的不是芋头。好，来啊，来啊，你要骂，骂，骂，骂！真的不是芋头怎么了？是你怎么？对啊，你在送之前有问他吗？他调查好了，花莲的，因为你要给他 surprise 啊，你就不可能跟他讲说好吃不一样花莲。那你不是调查好他喜欢吃那一家吗？他喜欢那一家，可是他没有调查好他喜欢吃什么口味。是，就你反而引起他反感了。后来关系变超差，真的，因为送错了一个芋头蛋糕，就因为芋头蛋糕，你一定不止这一条了，继续讲。但我其实觉得更让人抱气的是，化身为提物陪购师。哦，你好适合，因为你又高又帅。我特别能提啊，双手万能哇！一定避不了，就是一定要陪女生去逛街，这个环节一定会遇到。没错，就算没有在一起，你一定还是会陪她去逛街嘛。那。不然一整个下午茶这样逛下来，你一定会想说，哇，要不要帮他出钱？然后下午茶就帮他付掉了。哎呦，然后接着他就走到那种银饰店，那银饰一摆出来之后，你内心就会有股声音，拿出信用卡，拿出信用卡，帮他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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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真的。然后我觉得你有点病，就是工具人的脑袋，对对，King of工具人。然后你就会很讲一些很烂的理由说，哎，不然这像我们认识了100天，我就帮你买这个礼物好了，然后就。一整个这样下来，一周花了好几千块，最后一个月下来花了6万块。哇！因为每天请他吃东西，一个月花6万在他身上，利息加上，然后连手都没碰过，对不对？手都没碰过。那这样维持多久？维持大概
半年左右，而且还为了他排掉所有的工作，就为了跟他约会，后来搞得自己人财两失。哦，你好可惜。等一下，人失在哪里？失体力，人失去了时间。逻辑好清楚啊！真的好犀利，好犀利！不要这样子问。其实他我们已经够惨了，我觉得蛮过分。不要这样。对啊，七阳小爱，你不要笑，你也是这样的人。我也有这种类似的经验。可是女生，你是女生，不是我不是拿东西，是因为之前有一个暧昧的对象，然后我都以为他喜欢我，我就觉得。如果你不喜欢我，应该要早一点讲。然后我就会，就是他中午的时候就会约我吃饭，然后每天都会约我，然后他就会吃饭吃完嘛，他就说，哎，我忘记带钱了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啊，那你还好，对，我说啊，那还是我好，我帮你出好了。然后他会说先不要，先不要。然后但是后来就是他就说好，那不然下次我请你好了。但是大概十次有九次哦，他都会说他忘记带钱下来。你还要等到九次？对，我不是因为我就觉得他应该会记得吧，不然就是如果我请他，他说下次要请的话，我觉得 OK 啊，可以啊，不然就交换嘛。然后结果后来啊，是在我朋友那边听到他说，说他就是他其实有另外就是一个喜欢的女生，然后中午。就是因为他为了想要省钱，然后晚上去请那个女生吃饭，天哪，所以他等于是省我的钱，然后把这些钱拿去请晚上的人吃饭。你比大天还智障。不是，你们在钱要花在刀口上啊！你花六万块不要讲。对啊，对啊，还要半年的时间，六个月。那你维持多久？这个大概一两个月。哦，那你比我聪明啊！但他是小钱啊，对啊。我觉得你很容易被养成，怎么样？因为你想要当每一个人心目中最好的那个人。对，我就是想要照顾他。谢谢这位工具人的照顾。谢谢，谢谢你辛苦的分析，一直对这边攻哎，好辛苦。那我很好奇，刚刚说的我们那个指数到底有多高？希姐，好，我刚刚那个大天说的陪购师这个部分的爆气指数只有两颗星，那在美食外送员的部分呢，爆气指数来到了四颗星哦。那网络上呢，就有一些主人们表示啊，就是你买的东西比较好吃嘛，你就顺路帮我买一下咯。但是呢，对于工具人们来说呢，就你明明有男朋友，你为什么不使唤他，要来使唤我，你就是欺负我，这样公平吗？各位真的很坏，海苔兄，像这样的人有没有可能看到一片蓝天？我觉得真的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验，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经典的实验。好，假设大天你今天或者小爱今天化身成一只老鼠，然后你有一个鼠哥哥跟一个鼠弟弟，你哥很衰，他被关到一个房间，他鼻子去撞按钮就会被电。你弟比较幸运，有一个他房间也有一个按钮，撞了之后会掉下食物，他就可以吃食物。你这个人介于衰跟不衰之间，你按按钮之后呢，会先掉食物，然后你再被电。你们会不会按？我应该会按吧。我也会按啊，如果不按的话会不按就饿死，不按就饿死。如果是以这个老鼠，好，我们一定要跟工具人不一样。哎，不可以，大家少认识。不可以这样。我是真的一定不会按，因为我超怕电的。因为你起码要吃，吃了你被电不会死啊，才能活下去。对，研究显示呢，大部分老鼠都会按，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想到那个爽的东西会先来，所以不论是大天或小爱，每一次在付出的时候，会先感觉到说，哎。这样他可能就会比较爱我，脑补一阵，那个食物就掉下来了。尽管后来是刷卡或是付钱，那是后来被电的。好像是哎，那你换柜子啊，你坐过来。怎么回事？只有我。我们立场很坚定。他不需要，很多人会送食物给他吃，但是呢，大天。你还有三项没讲完啊，等什么？我还有随时补充。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之前追了某一任的对象，他刚好是那种网拍，经营网拍，他自己又要担任自己网拍的 model， 老板要一直拍一些照片什么的。那当时其实那种手机的那种拍照技能也没那么好，对，就想说好，那就很主动的。自己帮他购买了一支相机，然后也不是很会拍照，还上网去学怎么拍，要使用金钱的哦。对，后来发现这样是追不到。对，然后就学了拍照之后，然后又把相机借给他。那个相机其实拿在手上也不方便，他说他这样会不会摔到什么？然后就立马又冲去光华商场，再帮他买了一个绑带。哇！然后绑带这样绑上去之后，发现他也不会绑，
我就拿出了手机，然后边查 YouTube 边学怎么把它绑上去。哇塞，全部一套这样弄下来，然后就弄到他手上，就想他一定说，我跟他讲说，如果要送给他，他一定会觉得很有压力。我说我借给你。然后借给他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间还给我。原因是因为有更好的相机出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别人借给他了。没错，你就是出现了更强的工具人。色了，我来拯救一下大天。如果你这个症状要继续下去，有一个可以稍微解救你的方法。好，就是你下次要写一封信，说你如何辛苦的把那个绑线绑上去，然后把你的心意写上去，附张小卡。就算这个相机很烂，它也会对你印象深刻。真的，哇，这招好哎，真的。是啊，但是你还是会失败啦，对。啊，为什么？只是印象深刻，他没说你会成功。对，他只是对你印象好一点点，啊，只会稍微心虚一点。但这种女生什么心态？你觉得这种女生想干嘛？没有，但我说真的，我刚刚一路听下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积极向上、奋发的一个过程，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工具人经过这些过程，他可以解锁很多新技能，你学到很多新技术也很好啊。没错，别人不知道怎么样绑带，你知道。对啊，你都会了，你好棒。没错，所以他现在才这么有才能。对，而且你们夸奖我一两句，我要飞上天了。对，好开心哦。哎，你荣幸好送哦！然后突然间变这样，你不会，你真的很棒，你都会。因为我觉得我要举我经纪人的例子，因为呢，像我一开始我自己啊，我真的是三 C 白痴，可是我不是用了一个赵小乔，你剪得很好啊！我跟你讲，我除了我手机，除了上网买东西，跟 po 照片，我什么都不会。有一天。我有一个专访，然后那个专访我觉得内容很好，然后我就想po到微博。对对对对。然后我就问我经纪人讲说，哎，那个要怎么复制啊？复制对，然后网址你都要问。对，然后他说他那时候知道。哇，那真的你还蛮不会的，你脑袋真的是太废了一点，太不会了，对，太不会了。然后后来我经纪人说啊，算了，我来帮你吧。哦，所以每次到最后的 ending 就是啊，算了，我来帮你吧。那你跟斗哥婚礼也是靠他？对，跟你讲，我婚礼的总招就是哇，超强工具人，他自己也没有结过婚，什么都没有用。你真的遇到好人，判斗哥娶的就他了。哎，我觉得他年纪大一点会不会哎啊，所以那点心要亏啦，非常有可能。而且你知道他会因为我办我的婚礼啊，哇，他整个变得很上手哎，他马上要办了两场朋友的婚礼，哇，我觉得他可以去开婚顾证，真的哦。所以你知道就是。我就是因为不会，所以我旁边工具人反而可以解锁新技能。我觉得工具人主人就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主人，就是因为他们太废啦、啊。然后是因为什么意思？好，我跟你讲，太好了，太好了。我们的知识很多，所以废要有颜值，能者就多劳啊，对啊。所以你知道，像我朋友们，其实我跟我朋友们出去啊，我都是那种很准时第一个到的那一种。然后我周边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是有各种理由，就是会塞车啊，或者是要化妆啊，还是什么的。通常约可能晚上六点，然后他们都大概七点才会到。然后这时候呢，我就还要先拍那个 menu 给他们，然后他们就会一一的点餐，说他们要吃什么。然后我还要帮他们。请问一下，你都没有脾气的？就你人生中有翻白眼的时候？我就觉得能者多劳，因为他们就可能有。那你一切都觉得哦很合理啊，要点菜，我帮你们点。我觉得还蛮合理的啊，因为就想说找到，那不然等一下也不要等时间，然后还会帮他们客制化什么去冰啊，什么都帮他们用好。然后像他们通常说十分钟后到，大概都是一个小时，我就会还会抓一下时间，那大概三十分钟后再点餐。太早点会是冷掉。对，会冷掉，就三十分钟后再点。我们真的很贴心，才可以做到。除了这个之外，因为像我有一个那个就是住在同一个社区的邻居，她也是女生嘛，她半夜就是打电话给我，他说走开怎么办？我们家里有蟑螂，他不敢抓蟑螂，他就半夜两三点打电话给我。你连蟑螂都可以处理？蟑螂我不会怕，就小小一只小动物。你不怕蟑螂？好厉害！你知道蟑螂在我眼中它这么大？哎呦，就是它有这么小？我同意，你就拿个拖鞋。打死他就好，我跟你说，把他丢到垃圾。凌晨两三点你就去帮忙打蟑螂。对，因为他说怎么办，我不能睡觉，然后尖叫的那一种，因为他说他在飞什么的。他在。你特地去他家打啊、喔？我真的跑去他家打。那你有带工具吗？我就拿一个，他本身就是工具。对，我就带着我这个大工具跟我的小工具去他家杀蟑螂。
然后杀完就回家这样。对，就是让他可以安稳的睡觉，因为爸爸我觉得他很可怜。哦，天，你等一下回家，赖留给我。你要打蟑螂？好想教，我就不好意思说。半夜如果发现蟑螂的话，就可以打电话给他。可以打给我，我帮你抓蟑螂，而且我还把那只蟑螂带回家，因为他说不要丢在他家，他家很可怕。带回家，对，我就把他拿塑胶袋包起来，然后拎回家。好，那像微风来，你听到小爱这么凄凉，你好意思在当工具人主人吗？还是很不愿意，他也很不愿意。还是很 lucky， 就是我觉得，因为我就是我真的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是比如说我跟你说，他是同性哦，要先讲是同性，就是一样男生的好朋友，不是异性这一次。然后就比如我以前只要搬家。跟他讲搬家时间，他特地那天请特休。哇，特休什么概念？就一年可能就十天。哇，他会用一天特休，然后专程从桃园来帮我搬家，然后搬到我的地方，都帮我东西收好。他那天就结束了。然后另外一个工具人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小胖，就是我们以前大学生里面小胖都是他，就是因为我从还没有出道开始，我就非常喜欢寄生在他家。他不是说我就会在他家，然后我就会比如。就是鞋子啊什么，然后脱掉，然后躺在沙发上，然后就坐着，然后玩手一玩就跟他说：“不是那样，我肚子好饿哦。”然后他一听到他就说：“这是我家哎、欸，你可不可以滚出去啊？”我说：“可是我肚子好饿，拜托你弄点东西给我吃吧。”如果他我真的好饿，拜托啦。然后他就说：“你要吃什么啊？”就还是会妥协，真的。对对对，所以就变成。养成一个长一个恶性循环，就变成说，可能之后我只要，尤其之前就是，比如说有很密集的活动的时候，就是会打电话给他，他说，哎，你那天有没有空？嗯，然后他可能有事，他就会排开，嗯，然后就专门陪我聊天。这么好的朋友，好的，对，而且都是同性，就觉得说自己其实蛮幸运。我觉得还是这样。人只要长得好一生没烦恼啊。人如果长得歪，我们就来问大天。你刚刚那个还没讲完，我又再给你机会。我真的要先声明，我以上讲的这所有的故事的对象，他们都是我有告白过的。哎呦，对方就是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但我们一直处于在一种很棒的工具人关系。你好乐观哦，我好欣赏你、哦。就是你还是有存有一种希望，对，他就是有一种希望，那就像一个钩子在那边一直这样勾你，一直这样勾你。但是问题是，像我们以前年轻的时候，如果你不要说半年了、半天弄不到，我们就可能散了。弄错，那你会有点也太快了吧？太快了。他比较有耐心的、啊。是啊。对，所以我之前。某一任我追求的对象，他是那种朝九晚五就送他上下班，然后他下班之后他一定也会心情不好嘛，那我可能就也会载他回家之后呢，然后就在他家门口，然后那种社区的门口还进不了社区，就在门口陪他聊当天的那些很难过的事情，然后聊完之后，然后他就回家了，然后就不管冬天很冷下雨还是夏天很炎热，我都在他家社区门口陪他聊天。你从没有邀请我，就一直问，我就一直在想说，会不会有一天聊得太好了，觉得那个气氛很棒，说来上楼去。我跟你说不会，没有，我有一个方法也可以解救大庭。有这种很多人都会当这种心理辅导员，当得很爽。那你为了避免当工具人呢，就是把他也当心理辅导员。也就是说，你不可以 always 都是当垃圾桶，你有时候要把它当垃圾车，然后你讲一些垃圾给他，然后这时候如果他吃下去了，你此刻这一秒立地不当工具人，但如果你没有做这件事，你就会一直变成垃圾桶。我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人在诉苦的时候啊，就是你诉苦那个对象，他会觉得自己被信任。这个实验也很有趣，他就照那个大脑啊，就是进去机器里面扫，说你对这个人爱有多少，结果发现呢。被诉苦的那一个人，他脑袋出现的恋爱的激素比较多，然后诉苦那个人反而比较少。哎呦，厉害，是不是？我跟你讲，有时候那些使用工具人的人，你们如果不要用，你们就要直接说你给我滚。没有，当你不要讲，你给我滚。没有，因为你太好用，我们舍不得讲。对哦，不是舍不得伤害你，真的舍不得。他会觉得说跟你当你们这样子，我好为难、啊。然后又好像不好，罗哥，你觉得剩下这些哪一个是第一名？应该是四吧，会不会？真的、哦，我觉得我猜五。好，请希杰帮我们揭晓。好来，好，我刚刚提到的补充新技能，暴气指数只有一颗星，我猜对了。对，那在心理辅导员这个部分呢，是有三颗星。那网络上的主人们呢，就表示说，男生啊就是要修电脑、修水电，就是不能修理我。
那工具人们表示呢，哦，我当心理辅导员当到我都快要精神崩溃了，你还是不让我上楼，怎么能够啊？第一名随传随到网友怎么说？主人们的网友这一方说，如果你没空的话，你可以不要来呀，然后就给你一个哭哭的脸这样子。那在工具人的部分呢，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一天只有24小时，我何必把时间浪费在一个不会发生爱情的人的身上呢？你说对不对，大天？杰克，大天呐！我跟你讲，你说为什么这些女生没有直接拒绝你？我大概懂那种一点点的心情，因为我之前有遇过一个，也是自动送上门的工具人。哦。然后那时候在录影，他就来探班，他就坐旁边也不讲话这样。那在跟朋友聊，那阵子有一个很大颗的草莓就很流行，然后我就说，那个草莓我超想吃的，但我真的只是在聊天，我就说我都没有吃过这么大颗，我觉得很神奇，而且我朋友就说那有多甜什么什么，然后呢就转头，哎，这人就不见，哎，为什么太好，他就回家，录完那场之后，他就这样气吁吁这样回来说，你好险，你好险，你还没录完，草莓来了，哇，他马上去那个什么大湖哦。哇，他直接开去苗栗，苗栗，苗栗去，对对对，好，然后我就确定他是去大湖，搞不好楼下商店，对、啊，这边有特惠，他就有那个心嘛，对 对, 對，好，然后草莓聊，就是想说，好，谢谢啦，就觉得这好可怜啊，怎么办？我竟然是可怜，对，很可怜啊，不是可爱，那太好使了，太好使了，对，然后想说不要跟他互动好了，因为免得他等一下又伤心，我就说，哎、欸，那不然其实你没事，你可以先回家。因为等一下我爸好像有事要找我，我就收工，我就要回家。对，那这也该走了嘛？对，没有，他又坐在默默旁边坐在那边，好像在聊天。哎，那你上次你看的那件衣服，你觉得怎么样？然后我就说没有啊，那件就太贵了、啊，1-2万我不想买。好，聊聊聊，我就说，但是我跟你讲，上次那双鞋你一定要买，然后就 Nike 的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我那三集录完，他在电视台门口。就捧着那双鞋说：“你刚刚说的是这一双吗？”哇哇，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工具人训练师。严哥，严哥，工具人比陈大天还陈大天呢。对啊，而且他有效率，然后又愿意付出时间，然后也不怕花钱，而且他体力真的很好。请问他有开课吗？不要学，活自己的人生好不好？可是你应该觉得压力超大的吧？对，所以后来在那个楼下，我就觉得这样不行，因为我觉得这样太坏，所以我就把那个草莓跟鞋子。原封不动还给他，跟他说：“我觉得你值得更好的。”哦，哇，你好棒哦！我们真的不适合。我说你，你有直接拒绝，对待任何人都不要做这样的事情。给你个赞，不要给人家有一些。你给你自己一个赞好不好？但随传随到这件事，我想小爱你也是翘楚啦。我真的是随口随到型。就像如果现在如果是我男朋友打来，他说要干嘛，我可能会直接就赶快去的。破门而出。你说在录影的当下，对，我觉得他很重要，我会想说。想说赶快赶快这样子过去接他，如果他有重要的事情的话，娶到你好幸福哦。像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个卤味没有加辣生气的那个男朋友嘛，因为他不是上班上到很晚嘛，然后因为他有时候会要去应酬，到半夜呢2-3点的时候他应酬完了，然后就噔噔噔一直打电话过来，噔噔噔一直打电话，他说 ，baby， 你可以现在来接我吗？我喝醉了。他说我不能自己一个人搭计程车回家，很危险。对，他很危险，他男的危险。危险的点在哪？那你半夜出门比较危险吧？对啊，开车半夜。他可能那一天也找不到伴，对不对？哇，太难过了吧？是。所以像是你知道他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是，因为他刚好在忙事情嘛，然后他就有一个文件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要马上送到另外一个公司去的那一种。然后当下我是正在洗澡哦，在洗头的那一种，然后他就跟我说，哎，你可不可以现在赶快立马 right now 帮我送这个文件过去，这样。送到哪里？哪里？对，他说真的不赶快送的话，会那个会迟交，会很严重。我就连吹头发都不能吹，等你擦干穿好衣服，然后就赶快冲出去了。然后结果到那个公司的时候，那个文件上面都是湿的，因为我的头发都在滴湿。那你不会被他骂吧？不
对啊，就说那个为什么是湿的？湿掉了。他们就想说我是水鬼还是什么？对，他说我是水鬼。他说他们觉得很害怕。我说没有没有，我真的是人，我就是帮那个我男朋友送过来这样的。水鬼，你学学我们小乔姐好不好？真的，其实我身边的工具人也没有很多，但我就一两个称职的就够。比方说经纪人，比方说经纪人，对对对，你这个经纪人真的上辈子修来的。对，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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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因为我都还我也是在讲他，因为比如说啊，像我跟我婆婆，我婆婆喜欢打牌，那我在跟长辈打牌的时候，三缺一的时候最难找牌卡，真的，真的，因为你要他要不要计较输赢，好，那老人家打牌说真的，有时候，哎，牌掉了或什么。记不得，比如说摸哪里哈，因为老人家嘛，那你要找脾气好的，又要不计较要牌品，不能洗屁面，对，然后又要等，因为老人家比较慢，对，那你要找到这样的来陪他打牌，真正太少了，就是我经纪人，万能哎，他真的万能哎，又是婚故又对对对对，我们敬爱你，我们崇拜，给他一个特写，他太伟大了，真的，你这样太辛苦了，因为我身边其实除了他以外，当然就是我老公啦，斗哥来了。对，因为像我之前在大陆拍戏，在深圳，然后真的是一个非深圳，大家想说很热闹嘛，哦，不是哦，是要离深圳市区差不多一个小时多一个小渔港，哦，真的超级无聊。后来我真的就告诉我老公说，我想你啊，你要来找我吗？这样子，你是想哪方面的呢？都想，正常的。然后后来我老公。真的，他很多工作什么的，然后真的是就直接排了一个礼拜，直接来找我。哇！而且你再来找我，他真的很无聊，因为旁边除了卖海产的，真的什么都没有。是。他从头到尾就是在我房间等我，然后我到现场拍戏。慰安妇。然后而且我在现场拍戏，他还来当我的表演指导，真的。斗哥演技不是一般，对啊，超厉害。我刚五个，我最后第五个我要讲任意门呢。好。我就想说，有时候。我们这种工具人哦，电影真的不能乱看。那时候我的少女时代里面讲说，女生讲说没事就是有事，然后说不要就是要，对。然后那时候每次那个线上都在等那个聊天的对象随时call过来，他有时候突然间打电话说啊，糟糕，现在要出门上班，结果叫不到计程车，然后你就会下意识跟就回答说，没关系，我去载你。他就说不要。这时候你的脑里想不要不要就是要，就是这，奴性很强，机会来了，是白痴，真的不要吗？真的是不要，不要就是要，就是要，没事没事，不用，真的不要不要不要麻烦了。哦，他就是要，他需要我麻烦他，要，马上驱车前往，然后开得有够快的，直接到他家门口，直接载他去上班。他还是要吗？还是等你啊？他还是上车了吗？对，他还是上车了。这些人真的是，对，还真的是有。结果后来有一次更夸张，大概是约莫当天晚上十点多，我们在聊天聊一聊，他突然间跟我说他去洗澡。我想说哇，就是那种拒绝你的那种聊天方式，就不想聊，去洗澡。在忙在。结果隔没多久他就回来，我说哦，今天洗澡洗特别快，结果后来他跟我讲说他家没有热水。都没有热水，什么意思？要到你家洗吗？暗示，对，哇哦，终于可以不要就是要的攻略成功了，对，没错。他我就说，那不然你来我家洗好。哇，你出招了，你不结果你不结果，对，你好大胆。我刚以为他会煮热水送去他家，结果煮热水，我就直接驱车到他家，然后结果他家两个人上车。他跟他家人一起上车，你是五百是吧？他带他的姐姐来我家洗澡，好哦，我就这样子老老实实的载他到我家，两个人洗完澡，哎呀，这样真的是太麻烦你们了，然后我们就准备要回我的车上了。老老实实又把他们载回去，就是连跳表的机会都没有。对，早知道我就开计程车。因为他刚讲到这个，我觉得任意门，我刚看就在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一想到我的朋友，就是他真的也是属于那种随抠随到，你人缘真的好好。就是我之前还在北京，然后回来台湾嘛，然后会应酬啊什么的，然后就比如说真的比较就是比较累啊或什么，然后刚好他问我说，哎，我今天休假你在干嘛？我说哦，我在哪里哪里吃饭那样。他说哎，那你等一下怎么样？怎么撤退？我说我就蛮坐电车。他说哎，那我没事，我去台北送东西，我去找你好了。我说好啊。就他到了现场，我让他进来之后，他说哦不要不要不要，你跟你朋友聊这样。我在外面等你，
他是男生吗？男生，男生。你怎么都是男生、啊？怎么对啊？为什么都男生？他帅到连男生都想喜欢他。我就不喜欢他。搞不好会转。没有，今天走投无路。对对对对。所以他就是在外面等我，那他就等了。我觉得真的很抱歉，因为他真的等了四个小时。哇，非常久，然后他才就是把我。四个小时，你脸皮也算厚。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在聊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时间，其实大概三十多点，但是我等我惊觉到这件事，我说完了，他在外面等，哇，我现，然后我就赶快传讯息之后，他说他没关系，他在玩游戏这样。你又给大家下蛊的。是啊，对，就是我通常会不没有没有，就是。那后来他有跟你收钱吗？没有，后来，但我后来因为这我们真的很好的关系，就变成其实，比如说。我有我能够做到的事情，我都尽量帮他。比如说他拜托我做事情啊什么，我觉得是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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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就比如说，而且我觉得人，我觉得这就很有道理，就凡工具人者，人必工具之。哦，就是我刚才，你不要胡说八道。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他私人情绪很浓，不是他。我们可以开一下吗？就是说可以这样直接骂人吗？你不是专家，专家是那个，怎么会这样？不是，我先要讲是我真实的例子，就是真的，因为刚讲了很多都是我，就是训练别人当工具人，但是我自己也会被。对，就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女朋友，嗯，不是，你现在是要洗白是不是？他要翻牌，不是要翻牌，不能这样啦！我给你个导弹，不是，我真的要你让他洗一下。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我体会到那种感受，所以我刚刚一边在看的时候在想那些事情我有没有做过。就我之前比如说女朋友，然后我搭高铁十二点，比如演唱完到台北到家，然后我要开车自己从台北站回家，到家已经十二点半嘛，他没有起床。因为他外面灯没开，他不敢开灯，他就一躲在房间里。哇！然后我就回到家，灯开，然后要清狗大便啊，然后去帮他买晚餐啊，然后买完晚餐之后还要就家里面清理一遍，擦一擦，然后到早上陪他聊天谈谈心之后，然后再买早餐给他吃，就诸如刚才此位各位做的事情这样子。等一下，你有一个重点没讲到，那你有跟他一起睡吗？有啊，你看大天，他至少有一起睡。你跟我们的故事不一样啊，是不一样吗？这是重点吗？但是他讲的是女朋友，对，是女朋友，他连人家都没把到手，他连手都没碰到嘞。大天怎么会这样子？但我让你洗白一下，你现在交女朋友很顺利，快点。哦，对对对，我现在交到女朋友了，对对对对，你有现在有女朋友吗？我现在有很好的对象。你看，你就是没有女朋友。是嘞。我有同情他，怎么办啦？我们最后来做一个测验，我其实也很想知道他们两个会不会得高分。就是说海苔熊要给我们这张测验，凭直觉选出一张卡片。其实刚刚那个微风讲那个工具人者人必工具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变成工具。对，那我们就凭直觉哈去选一张。你第一眼看到你觉得你想选的卡片，最吸引你的卡片，对，然后就可以测出你工具人的潜力有多高。那这个是 O 卡啊，就是一个我们在治疗上很常用的卡片，嗯，然后大家上网搜寻 OH 卡就可以找到。那我只挑其中四张，大家选好了吗？一二三四，要选哪一个？哦，好险，我跟他们两个选不一样。对，我要看他们说，我跟他们一样，没人选，我们一样。怎么？我要洗白啊！你们该不会一样的吧？好 ，Oh no！ 大家都很怕，你看大家一直弄来弄去，是不想跟我选一样。我们先从那个大家都没有选的二开始，好。好，工具人有很多种可能，你要变成工具人呢，有很多原因。那二这个呢，如果观众有选到，这是属于 QQ 型。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图有一个孤单的人嘛，然后好像望着窗外。其实这种工具人，他是属于因为害怕孤单，害怕没有人陪。没有被讨厌的勇气，所以就会想要付出。好，这可能观众人选是这个第二个，然后再看三号有谁选吗？有人选三号吗？有我啊。好，三号。那三号这里你可以看到有一个人他陪着另外一个人。那这种人什么情况下来当工具人呢？我们就是说你是属于共感型，就是比较容易心软，然后看到别人有一些反应就会受不了，然后就会去呼呼他、秀秀他，所以你是没有办法看到别人心情不好，你就想要在旁边陪。好准哦，就是这种，你看我都有同理心。对，就是蛮有同理，但有时候同理太多就变垃圾车这样。那你就也是奴性啊。这就像刚刚对我那男的一样，我就是不好意思看到。对，就不好意思拒绝他嘛。对，然后再一跟四都特别有人选嘛，我们先看四好了。
好，是这个呢？是，我们两个。我跟今天听起来，以爱从头到尾都是当工具人嘛？没错。大家都不知道，这其实背后藏的玄机。哎呦，选四的这种人呢，我们会说他是属于谨慎型。别看他一直在付出哦，其他心中默默有算计。有这个。这边有没有看到一个钓钩？然后这边有一些鱼，还有一个人在潜水。哦，这。所以其实他每一次的付出呢，放长线钓大鱼。对，他都是在放。心机重，很小心哦，好，所以不要看他都是这傻傻的，其实他有在算，他不加了，因为他下毒了。我可以不用坐在这个笨蛋区了。原来有点像欲擒故纵，对，欲擒故纵类型，所以他是慢慢的在做这件事。好，那很多人选一嘛，选一的是谁？这里，好，这边我无法相信他们选一样的。哎，我真的很担心，我真的很害怕，你这个训练师完蛋了。好，我要说明一下哈，这一张呢是非常特别一张图。那这种人呢，我们就称作超人型。超人型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当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你就会飞起来，所以你就会进入超人模式。另外一种呢，就是会去支配别人，让自己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所以，如果你是工具人，就要让别人看看自己有多屌；如果你是训练别人的人，还是要看看我有多屌。哦，这个时候我想高下已经很明显了吧？想不到选到同一张牌，我们的落差还是这么大。你多传着点呗。不要难过，没关系，就是回来。他想看看，让别人看看我到底能工具到什么程度。算了，那就是所谓的贫富差距吗？真的不要难过了，人各有命啊。对啊，我觉得工具人本来就是暖男暖女的一种表现方式啊。他们真的很善良啊。是啊，是因为善良才会常常被人家这样子使用。真的使用。对啊。其实他们有一种特性，就是只求付出，不求回报。但这种人有一天，我告诉你，他的命。才好呢，因为善良的人终有报，对，所以呢，微风小心喽，真的小心。好了，今天聊这么多，希望观众朋友喜欢我们的内容啊。如果大家呢觉得说啊，我也好想要工具人哦，那麻烦我们找小爱，好不好？欢迎拨电话，谢谢。但是他会钓大鱼哦，小心。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到粉丝团留言。好，今天谢谢我们可怜的这个工具人，谢谢我们的专业。今晚开战吧，让你永远选对边。今晚开战吧，让你总是被参战。新形态互动式的综艺节目，快来订阅，按下小铃铛，不要错过哦。